感谢大家啊！哎，天儿挺冷，是出来进去的多穿衣服。哎，这上年纪人，嗯，脚底下留神，别滑着，别滑着，嗯，摔着我了那事儿，您别摔，这是你们吗？这您往我这儿，我得说相声吗？我也得说相声。你来个轮椅能跟里边看不见啊？我要一假腿，我得动啊！我在外头，那我上台怎么办呀？我先拉幕呗。好，什么主意啊？这都是，怎么着也不能摔着。你摆好了再拉下呗。你跟桌子搁一块儿，搬桌子就搬我了。对对对对，挖一窟窿你钻里边去。没听说，别出主意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啊！又到新年了，是啊，真快，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嗯。年年难干，年年干，事事难成，事事成，可不是吗？到了今年了，这是北京德云社北京相声大会，把相声带回剧场第十个年头。对，嗯，最应该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太对，大伙儿支持我们才有了今天。哎，我们没有能耐，但是有了一腔子热血，对，愿意把相声说好。嗯，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人，谢谢大家，给您拜个早年。好。今天后台俩人没来，谁呀、啊？一是刘文步，一是徐德亮。哦，啊，有特殊情况。嗯，徐德亮是两口子打起来了。哦，闹家务了，闹家务。还行，也不是没结婚啊，啊，就是反正先这么过着吧，处着朋友啊，就这么过着了，过着吧啊。这徐德亮没整形，俩人出去，这媳妇反正怎么说呢，跟范振钰那闺女站一块儿不老钱。小桶二号，嗯，范小桶似的。挺寒碜，反正哎，瞧过去，徐德亮的不是也不怎么样啊？对，昨天俩人出去吃饭，人媳妇问他啊，这么些年了，到底怎么着啊？对呀、啊，娶我不娶？哎，徐德亮，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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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这事儿，饭吃啊！你瞧这事儿闹，你到底娶我不娶 啊？你别说了，别说，我都不能看你，快吃。跟这儿裹什么呀？讨厌，媳妇儿真急了，啪一拍桌子，嗯，餐厅人都看着，嗯，媳妇儿站起来，我不管别的，徐德亮，你说实在，你要不娶我啊，我就跟着餐厅，我随便找什么人嫁我就完了啊。哦，经理过来了，你们俩出去啊，尤其这女的，你把客人都吓跑了，你知道吗？啊，嗯、太惨了，闹成这样，嗯，据说跟人饭店那儿正解决问题呢，哦，赔人家钱。刘文步刘先生是身体不是特别好，哦。也是昨天吧，就说昨天过生日，哦，老头过生日啊，受点刺激也是。过生日受什么刺激？过生日喝酒喝多了，嗯，喝多了出去光着膀子跟街上跑了一圈啊，回家感冒躺在炕上，那冻的，老伴儿给倒水熬那姜汤喝吧，很感动老头，哭了，借着酒，我对不起你啊，怎么了？这么些年我对不起你啊，什么事？我有过外遇啊，啊，你能原谅我吗？哦。口气，行了行了行了，多大的事儿啊！你看看孩子就随你的吗？全这样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相声都是编的啊，这是真的。这就更假了。真的啊，愿意把欢乐带给大家。哎啊。这个今天晚上呢，咱们剧场啊有接待外宾的任务，是有一个香河县旅游团的，去远点好不好呢？外宾先去的香河，啊、哦，吃完肉饼上这儿来喝茶去了。外宾也没见过门啊，晚上得进来，所以今天呢演出不能拖得太久。对，哎，明天呢是我们一个专场演出，我有这么几个作品，嗯啊，什么这个我这一辈子呀，卖面茶呀。这几个作品搁一块儿，明天呢把这四个全说一遍。对，有时间明天您还来。哎，新段后天呢是何云伟的一个专场，嗯，我们那徒弟、哦、啊，这次大赛拿奖了，挺高兴，嗯，让他多说几个啊，有爱看他的，嗯啊，就这几天呢有时间您宅着来，希望您来啊，也别都来，来不了也没事儿，嗯，今儿走吧，票钱撂下啊，来不了还买票，那您交朋友嘛，是吧？不是净您交朋友了吗？这下面说一个石富宽的故事。嘴这人嘴的不饶人，你知道吗？您说没您怎么交朋友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哎，这个你把手机关了。我再次重申啊，嗯，
我们这演出呢，不光是演出，我们还为神舟七号捐款。哦，只要是现场听到手机响，就有工作人员过去啊，找您要10000块钱啊。啊，好家伙！明儿开始，别问我没说啊。这就募捐了，哎，这算捐了，把手机给我也行啊。没听说过，您呢？出去卖去是吧？好对付您呢。嗯，我们有一个新创作的节目，嗯，叫《大实话》。要唱大实话，对，好啊，张先生在后台呢啊，我这边请过来，来来来来，别别别，你别下去，一块儿，人说了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来来来来。这打起来了吗？这打起来了。我懒呢。不是第三者。看出我们是铁路公干的吧？往铁路那边靠的。对，制服都做这色的了。哎，张先生是著名的大实话捧哏艺术家。这做大褂是您也到人家左肩膀够快步吗？这还兜一圈，有一垫肩。您这边应该再加一个啊，要对称的。我们武汉有一个相声演员叫董铁良，哎，就是这也有点有点这意思是吧？对，肩膀高，后背也高，他有一坎肩儿，这边穿上变平了，有一回穿反了，这边更高了。唱山东快书的刘思昌，刘思昌也是，也对、啊，刘先生也是啊，经常穿反了，好，可了不得了。我喊您今儿穿反了吧？我不敢穿。本来正的，我怕反，我不敢穿。给大伙儿唱一段大实话啊！对，改改。爷俩抢话说啊！哎，我俩上来，看谁嘴厉害啊！说天亲，嗯，天也不算亲，行不了。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说话呀！你看，没人说话，这别扭。日月传。黄泉路上五里店，说地亲，地地也不算亲，怎么呢？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啊，地生万物不假，争名夺利有多少载、嗯？看罢新坟，看旧坟，名利二字损了多少人呢？说爹妈亲，父母啊不算得亲，怎么呢？爹妈。说亲戚亲，亲戚里道的亲，不算个亲，那怎么了？你有我父才算亲呢，都得有钱。有朝一日，这日子过穷了，穷者不登穷家的门。这在啊，穷在街边无人问。说哥们儿亲，弟兄啊，不算个亲，怎么了？弟兄翻脸就是仇。就那点拆迁费啊，给的不够分的。说媳妇儿亲，这两口子可亲，不算个亲。这里有什么原因？背着丈夫外边找情人呐，这人都没道德。他跟那个小白脸子俩人闷得密呀，我就瞧上这路人，全忘了张恩顺的那么点子恩。我媳妇儿跑了。说小蜜亲，就这好。就这好，比提这病好一半。对，好多了。不算个亲，这怎么不亲呢？你拿出金银财宝，他现了身。商品社会就这规矩。有刀马死，黄金进，钱花没了，他归。进了这张恩顺的门，接我媳妇儿班来了。要说亲，怎么样？观众们亲，不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对，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哪句？没呀、啊，君子不养
开北，大西北。今日你下江南，桃杏争春，山不转水转，我全主位。怎么样？酒色财气君莫沾，别沾这边。吃喝嫖赌也莫沾身，离远远的。没事儿的就把这资源舍得进，就上这儿来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对，抱拳拱手。您熟啊，李菁，对，唱快板的，唱得好，好啊，嗯，这是北京丐帮的少帮主啊，还是要饭的。这个演员更了不起，您说我呀，有人熟悉，有人不熟悉，那您介绍，于谦，哎，我的名字，对吗？对对对对，于谦，于谦。啊，这叫俗了，叫于谦，了不得呀！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咱说说良心话啊，嗯嗯，我很崇拜您。哎呦，您可别介，真的啊，不至于。好多说相声没什么文化，嗯，幼儿失学。对，于先生不一样，我学过几年书，经纶满腹，谈不上，谈不上，一股子书卷气。啊，念过几年。是不是？没有没有，您这样的撑得起是嗯，吃屎分子。哎，吃屎分子不像话，知道吗？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呀？怎么着？你怎么说？知识分子，知识知识分子。哎，瞧瞧瞧，人家说话啊啊，这兔子多真呢！嗨、哎，您这这嘴里也不怎么样啊，土字真。土字真，哎，好啊，好，为人勤奋好学，不恭谨谦和，啊，优点实在是太多了。没有您说的那么好，要没这些优点，嗯、您跟兔子赛跑，你赢不了。这话我越听越别扭啊！有一个。有一个成语吗？啊，成语，行语，英语，呵，成语，成语，啊，你兔赛跑，你，你兔赛跑，你兔赛跑，鱼兔赛跑，没有，谦兔赛跑，你非拿我这名字找是怎么着？不是，都是那江洋哲的吗？你看我还非得给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有反赛跑赛跑，龟兔赛跑，对对对对，龟兔赛跑，哎，说明人厚道谦虚啊，值得我们学习。您这甭说了，说相声说得好，没有，不光说相声，嗯，我看过你演电视剧啊，承认吗？演过几个戏？你实话实说啊，是是，有吗？有有有，这是捧吗？啊，捧的，这是捧吗？啊，大伙儿都看过啊，电视剧，嗯，净有于谦演的，演了几个，《西游记》演过猪八戒，《西游记后传》演过猪八戒，《大话西游》演过猪八戒。齐天大圣演过猪八戒，我净演猪八戒呀、啊！演我没演过别的，合着导演太聪明，他怎么能看出来你适合演猪八戒呢？呵，我这把导演给掐死我！别的戏，别的戏您也演过，我瞧见过。可不是演过吗？雷雨，哎，巨著啊，雷雨，我演谁？演雷雨。这雷雨怎么演啊？一有下雨的戏，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我是那巨物啊！还演过什么？这叫演戏吗？天下无贼。哎，这戏我上了，正放着这会儿。对对对对、啊，要没有你，嗯、啊，连这导演冯小刚都得饿死。咱制片人送盒饭呢。哎，去。你这是，你他连送盒饭都认识，我是这意思。这甭提这认识人多了，这些年说相声的出去演戏的可不少，可不吗？是不是？对对对，这后台有一邢文昭，
邢先生今儿没来啊。嗯嗯，我听他们说演电视剧去了。哦，邢先生出去拍戏去了。出去拍戏去了。是吗？西安，上西安拍戏去了。哦，西影吗？啊，就是什么戏？叫寡妇。邢先生演男一号。哎，等会儿吧，你算吧。别算了。嗯，我先跟你说说吧。嗯，寡妇啊，邢先生演男一号。对，演死鬼啊。不是，他其中有一个画面，那寡妇想他年轻时丈夫回忆，也邢先生那脑袋就出来了。不怎么样，这甭提了。还有徐德亮。哦，徐，你们后台说相声，徐安，我知道，上礼拜没来，嗯，拍戏去了，也拍戏去了，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青影的，这个戏叫磨，什么磨，磨磨磨豆腐那磨，上下两盘石头磨，哦，叫磨是吧？德亮演男一号，啊啊啊，男一号拉着磨走遍世界，这别说相声的露脸。戏演着苦啊，还得套一驴形。哎，不要瞎说，这个是跟朝鲜联合拍的，这跟哪儿也是驴啊，翻译成外语叫马户传奇。嗨，还没离开这驴。嗯，好啊。哎，还有你们那相声那老艺术家谁？范振钰。范先生还拍戏呢。哎，对对对，哟，也说相声，对，也演戏。我这演戏不知道。你不知道？可不嘛，你们都干这个你不知道？我没听说呀。拍戏去了。拍什么戏了？张艺谋的一个新作。哦，叫什么来着？你看这里边挂新拍的这片子，叫全名叫《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恩仇记》。这名儿太长了，这个故事情节很好啊。怎么个故事情节？一个浪荡公子叫张二狗，哦，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嗯，他父亲说了，他不听，把他父亲杀了。哟，杀完之后，死尸之上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哎呦，把人烧成了黑炭，够狠！装一小棺材里，嗯，野外刨一坑，全埋了。你瞧瞧，尸指往逍遥法外。40年之后，这个案子破了。哦，开棺验尸，打了一瞧，没错，这是你爸爸。本人枪毙，给父亲偿命。这故事不错呀、啊。范先生就演这戏去了。演谁呀、啊？演这父亲。前边那父亲是我们老艺术家李冰演的。哎呦，好，范先生演后边开棺验尸那父亲。都烂了那玩意儿。是，他跟那碳 A B 角啊。哎，对。行了行了，就甭 A B 角了。我好啊，这恶心了都。我看见你们这么蓬勃发展演出，我打心里说句良心话，我是非常高兴。您看着我们好，我愿意咱们这个艺术界啊都是这么红。哎，先生，坐错地方了啊，坐错地方，在家上炕上惯了啊，到这儿就算了。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演员。您啊，您什么演员？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戏曲演员啊。你哪儿说理去？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戏曲演员怎么丧大脸的？真的你不信？我什么不是不信？不知道，我没听说。说相声的都爱看戏啊。我们离不开戏啊。对啊，京剧、评戏、梆子，这乱七八糟的。对对，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您那一说，你说这都是大陆的这些剧种。那么您呢？我们这剧种现如今都很濒危。您是唱哪个的？高腔。高腔啊。高腔。哎呦，那好听啊！戏曲里面的活化石啊。对对，年头不久了啊。嗯，过去讲究南昆北弋东。西方时间太长了，一调高腔。对对对，我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士。哦，专业唱高腔的。但是我现在也是很无奈。那有什么痛苦啊？众所周知，京剧现在都很没落，对，何况高腔呢？受众比较少，全国来说，你说找唱高腔的，找听过高腔的，都很少。对对对，凤毛麟角，太少了。眼看着高腔就要彻底灭亡了，没有继承人了，我心里不是滋味。说句良心话，尤其处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深深的热爱我的高腔艺术，太喜欢了。如果灭绝了，说句良心话，对我是个打击，对谁收拾是一惨痛。有时候坐在自己家里边，一想起来这个，就觉得这屋里边都装不开我。
出了门走在小区的石板路上，嗯，一边走一边叹气，心爱的艺术没有人喜欢了，还挺惨，天上阴沉沉的，刮过一阵小风来，嗯，飘了一阵小雨落在我的脸上，你看伸舌头舔一舔这个雨啊，嗯，又苦又咸，和我这会儿的心情相似，对比抬头望去，嗯，二楼那孩子别撒尿啊，哼，您当尿盆了吧？我说那边都没湿呢啊，就这一块儿啊，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这什么欺负人？您走这地方，哎，知道有一个北京高腔艺术研究会吗？哎，我认识里边几个人，我就是在这个单位坐台。哎，坐台？我坐在台上讲课，吓我一跳。坐在台上讲课，您上那儿讲课？我从上周四，不是，上周三开始，哦，我就已经是中国高腔的艺术家了。这日子算的还够细的啊！这是国家承认的啊，高腔，很遗憾的，嗯，没有知音，没有知音啊！这不，您说话好好说，您知道吗？这您就找不着知音了，这说。说良心话呀，我们这些个高跷演员们啊，没不真的，不是，怎么您换曲种了不成？嘿，高腔是高跷啊，您怎么着？高什么？高跷？我知是什么？您到底唱什么的呀？开始说的什么？高腔啊，那就是高腔。哎，一点谱没有呢。高腔？不是，您会？你真会唱吗？哎，你这个不对啊！啊，你这个表情好像你很不相信我。不是，我不相信您这高腔高跷的。我从事这门艺术很长时间了，是吗？哎呀，小鬼啊，你是不知道啊。哪儿呢？就管我叫小鬼啊？我们家这是祖传有这门手艺，知道吗？高腔手艺高啊？高腔不是？您怎么着？这么着吧？啊，怎么着？您不是会唱吗？啊，这么着，我呀，就是碰对了人了啊！我也喜欢高腔。平时呢也爱听，也爱唱，有时候拿这过过瘾什么的。今天您要是专业的高腔演员啊，咱们俩唱一出，我也过过瘾。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啊，哎，大约是4岁左右的时候。别，你听我爸爸说，你开一闷儿，你爸爸，别，你爸爸在这儿呢，你哎，哪儿扯那边去了？你看这边怎么着？什么事？刚跟您说嘛，您我这挺崇拜您，想跟您合作唱一出戏，我过过瘾，不挺好事吗？您提你爸爸提出来。哦，你跟我唱一出行吗？您看，我是没有问题啊。而且来说，你要是有人愿意一块从事这个艺术，我是很高兴的。啊，我喜欢这个是吧？我太喜欢。你肯定有不会的吧？是吧？那是啊，肯定是。行，以后有时间咱们可以多切磋。好，你想当初我爷爷交给我爸爸，我爸爸交给我，我有权利交给你，是吧？您这拿我当传辈儿了，这不成啊？不能，我就跟您合作一出戏，没那么大不是，知道吗？不能让高腔艺术灭绝下去。不是，我先问问您吧。啊，您唱戏的时候踩不踩那棍儿吧？哎呦，这还真问住了啊！我印象中，我幼年的时候，有一年春节，我爷爷演出时候踩过啊，好多人一块儿踩，好像是。后来传给我父亲了，就哎，你父亲又给了我了，哎，我再传给你，别给我了，别给我了啊！您这不怎么样，倒是怎么不对？说清楚了，高腔啊，高腔是定准了，就台上唱的那个，咱们唱一出高腔，没错，我印象很深嘛，高腔嘛。台上载歌载舞是吧？行了啊，这大身上就不用了。唱得出行不行吗？我没问题，我怕你不行。你会吗？我嗨，谈不到会。你会几万出？你说说，几万出？这高腔有那么多出戏吗？我没有那么多啊，我是业余爱好。你会多少？我嗨，什么多少？就会一出，就会一出。哎，对，哎呀，你这给的少，你这会一出，一出会什么？斗公训女。行吗？就唱这个吧。斗公训你，这不是训我，训谁？跟我没关系啊。训谁？训女。训女啊？对啊。行，来吧，来吧，开吧，来，开始，来，快，快，快，来，来吧，放下，怎么着？唱啊，唱啊，真
真行吗？真行吗？你说这个人呢，小鬼，你不能这样。不行，往那边。你我艺术家已经一周了多了，你知道吗？来吧，开始吧。不许许啊，没问题，没问题，快点，快，我等不了了。看着他们是啊，快说，快唱，我等不了了，快点，快点。这个艺术家怎么那么闹的呢？是啊，要不然我们这玩都失传了呢，是吧？啊、那咱得分分活啊，是不是？当然你唱什么，我唱什么，是吧？还得分出来啊，是吧？现在这艺术家都添毛病了，艺术家也是人嘛。但是您跟一般人添的毛病不一样，是吧？对呀、啊，对呀、啊，分分活，大伙儿，对呀、啊，没唱，你知道吗？怎么了？你这是没唱就这么爱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至于灭绝得了？来，谁唱呢？说怎么着，到底怎么着？快分活啊！行，你啊，你来多少斤，我来多少斤。您说那是分家啊？不是，怎么分活？分活是你去哪个，我去哪个，是吧？分角嘛，这、啊、把这帘还拉上吗？啊，我又不用拉帘，咱不要。行，你说你来谁？你来哪个？啊、你快说，快我来斗公，我斗母，我斗蛐蛐，我斗油葫芦，我斗老头，我斗老婆，我斗大胖小子，我斗大黑娘们儿。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怎么还有对对联儿？这里头哪儿有对对联啊？你说的这怎么回事？哪儿有对对联啊？不是你别着急，你斗公斗员外，您怎么了？您这是员外啊？可不员外吗？员外就是那老头啊，电视剧有那个，是吧？你电视剧不你不分吗？你来这个斗公斗员外，你演员外啊？我呢？您啊？我来哪个？您演鞍人啊？我来鞍鹑吧。来，您来母鸡怎么样？母鸡像话吗？鞍鹑干嘛呀？不斗吗？斗鞍鹑吗？鞍掐鞍鹑啊？啊？怎么着？宰鞍人？鞍人啊？斗员外的老伴哦。夫人啊，你别跟我说行话啊，你别跟我说行话啊，我最讨厌这个吊坎的人，你知道吗？这安人是吊坎啊，这个你就跟我好好说说人话，我听得懂，知道吗？这叫人话啊，这叫人话。我老安人，我来这老安人，老安人，你来那员外是吧？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怎么着、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还有老院子呢？老院子啊，这还有抗日的戏。老院子怎么抗日的戏呢？老院子吗？不是老院子啊，老院子里边抗日啊、哎、抗日老家人，老家人啊，村里来的游击队的事儿是吧？老家来人了是吧？你说呢？不是，怎么着？来人没来人？老管家管啊、哦、啊哈，怎么解释都不管家，可不管家吗？你这个我跟外行有的时候没法打交道，你知道吗？对不起，咱别这么嬉皮笑脸的，怎么样？啊，对，我也是愿意跟你。这老家人啊啊，知道不？谁来？我来啊！你来啊！我来俩。您感觉呢？嚯！听您啊！我给的多啊！我来俩。啊，行，那唱吧，开始吧，开始。哪？怎么着？好，咱把桌子往后搭。啊，搭的这个。搭的桌子。哦，分出前后台来。哦，对。好吧。对。桌子前面呢？嗯，就算前台了。那桌子后头呢？就是后台。哦，分出前后台了是吧？对，分出前后台了。就站着，你站这儿，我站这边。别这样啊！咱们现在归后台，归后台，归后台，好吧？那这个，行吧。还有什么？我得搬把椅子去，还得坐着呢。哎，这咱得坐着。哎，对，好嘞。哎，那搬把椅子，搬椅子啊。哎，我还得来。我也留把椅子。哎，对。歇腰，我这歇腿儿，你知道吗？啊，不是，我们俩坐着这配套吗？这玩意儿，没事，我就看惯就行，是吧？我来是夫人是吧？哎，夫人，你把你的头套借我。我这是头套，我这哪儿给我说绑着了，差点摘去。我看着有松紧带似的。没有，没有，没有。那我这脑袋不像个夫人呢。这你办吧。啊，哎呀，今天很高兴能跟你这个外行一块儿合作啊！别客气吧，这说着话稀里糊涂的，咱真会唱不会唱，咱跟他合作一下，咱就知道了，对吧？这要真会唱，我也学两首。不跟您说，我就好这。谢谢啊，谢谢。
谢谢。哎，啊！别在前台晃了，后头去吧。怎么了？归后台，后边，后边，后边。好。哎，啊，开始啊，开始啊，真的啊，啊，你都准备好了，来了。行嘞。嗯。好，来来来，行啊。动手这不行啊，这个还是踩高跷的呀？不是，这不唱戏吗？唱什么戏啊？这啊，这是高跷吗？这不出来吗？这签不低了，这个、啊、这都快上不去了，这吊门你知道吗？不是高低的啊，您这怎么改二人转了？您啊，先来段二人转，刺激刺激大伙儿。用不着，不要啊，用不着，不要是吧？直接唱高跷，你不要你早说呀，是不是？这还用说呀？这急急风打的怎么样？讲。用不着，用不着机器方，那也不能干出来呀、啊！干出来干嘛呀？怎么着？您不是艺术家，您好几天了，您对，您懂这个？是我懂，你懂吗？别的不懂，这点我能知道。你说我听听，高腔加点没这么场面，没这么复杂，怎么的？就一个锣啊，一挠还得挠啊，狗啊！不是你回家挠门去吧？你说的怎么着？这一锣。好好好，切动切，就您这怎么还动切动切动切锣，动切锣，您懂不懂啊？懂，怎么打多少？几百下，快说，几百下，你说，你看多少合适？后台锣还要来多少？来你说你来多少吧？你来多少？这三磅半，三磅半啊？对，一磅十二两，三磅半。行，好几斤了 啊！干嘛卖肉呢？不是，三磅卖肉呢。冬切，这几切，这冬切算一磅，冬切算一磅，对，三磅半，三磅半。嗯，来，行吧，搁外行找点急是吧？冬切，不切，半磅不给切啊。半磅不切呀，买二两也得卖啊！到底卖不？你说不卖人家怎么不卖呀？怎么回事？不切你嚷什么呀你？不给切吗？不是，给切不给切到底啊？什么给切不给切？这行，你甭着急了，小鬼啊你！行了，真着急的在这儿呢，知道吗？哎呀，怎么着？到这儿就完了是吧？这不是把冬切冬就完了，没有切了。哦，再来，行。你我看你还行，动切，动，朝来长我去。知道你原来是演猪八戒的，现在唱这个了，你甭跟我扬这腕儿了，你捧个大伙儿爱看你啊！这说这个干嘛？不要这个，不是不要，你得唱啊！哎呀，太谦虚了，这个人啊！行，我谦虚，你得唱，不要叫好啊！你也得念引子哦，我爱引子，引子啊！你也得念引子，你说完那句，我说引子是吧？对呀、啊，啊，好行，引子，不是有点喊我行不行？没有。因为跟你合作这个戏跟戏之间它是不一样的，就这点小障碍过去之后就一马平川来。这里还有歌儿，你这是动切银子啊，动切动，朝来长我去。火白糖，俩枣，三片姜，等会儿吧，一个十克浪，要银子呀。
吃错药了你。麻将和白糖都上来了。你们大伙儿亲眼听见的啊。对吧，都亲耳朵瞧见了对吧，您现在这真是吃错药了知道吗，他告诉我银子银子，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吗，您说错了啊，不是药银子，什么银子，戏银子，开场那银子，我这不粗，这个不是粗戏的戏 啊怎么着，戏里边这开场那银子，你会不会吧，你还嘿嘿嘿，我这小多少年了，这就是开始我没跟你说戏啊，才有这点小障碍啊，障碍一过去就姨妈平川，行，不一人一句嘛，我就等您这一马平川的，好吧，不一人一句嘛，一人一句，你这是你们新改的，我们老词儿有，我们有传统剧目，我们那个引子，我们不是这个词儿，我们有俩人一人一句对吗？一人一句啊，就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是好呀真遗憾，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吗？不是您这您怎么意思？你啊没有那不到，你说的什么？你说要来嫦娥骑永鹤，你猜我是什么词儿？你猜，你未必猜得着啊！丢人现世的玩意儿，你知道这戏我唱，我能不来这趟？你绝对不知道我什么词儿，你知道？闲人堂前猎绮罗，这怎么了？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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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儿？再说，还没听明白是怎么的？不，你我得看跟我那个一样不一样？你说，跟你唠上面的肯定不一样。不是你，闲人堂前猎绮罗，什么意思？闲人堂前猎绮罗，闲人堂前。现背，行了，怎么意思？行了，有哎，差不多，差不多，就这一句。但你的字咬得不清楚，你知道吗？啊，您咬清楚点。没事，来，这回行啊，这回行啊，我捧你，知道吗？小鬼，知道吗？腾腾动切，动切，动切，动，招来嫦娥骑永鹤。麻将那个闲人堂前猎绮罗，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听惯了就行年间有一位莽撞人，哎呀，自桃园结义来，打野行令名。
长了，这长啊，这词儿可长。我知道长，这最长这段。奔奔趟子去了还不长？这段大，这大，这我知道。你不是这用得着吗？你怎么着？你说什么意思？气得我胡说八道的。你说什么意思？你怎么意思？你这不是这不对词吗？对词您倒说词啊！我一直没闲着，我嘴闲着了吗？对吧？闲着了吗？说的闲白不？你说怎么着？你问我是吧？啊，这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您得说正词啊！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啊，这比刚才那长，比那还长。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行了，行不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不是您这老差不多可不是？哎呦，你怎么糊涂？障碍过去就一马平。那边再说这套，我抽你！我告诉你，这手不是。阿夫人，阿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啊，院子来报。一会儿就来，干嘛？加班呢？不是，怎么回事？加班呢？不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院子上啊，他没来啊，没来，你赶啊？咱说好分包赶角，您赶院子，我来这个，就这儿，您赶角应该上啊，不给挖了。您这别那么嬉皮笑脸的，我不习惯这，您知道？这个可是院子啊，院子呀、啊，这里边还您那个报老爷，您得叫我。哦，来院子啊，还有身上、啊。一会儿还敢不敢房子吧？房子还敢不敢？敢房子干嘛呀？院子都来了，房子怎么着？您怎么还院子老家人管家？刚才解释半天不明白。不是我这哦啊，说管家是吧？啊，说话不说话？说话呀，有说话的是吧？说话呀啊！那个什么，那个这个院子，这个这好几种呢，还有一种是那不说话的，还有一个那残疾的那样的，那您哪种的？不是您打小学的这东西也够杂的是吧？不是这出来怎么着还比划不比划那个说话是没有那么多，不有没有那么多，就这儿就出来啊？没有，有点身上大身上，到时候您这单腿给我一跪，还有大身上啊？大身上啊？大身上啊？啊！我行，我文武代打。真的，你来你就知道，我文武带的啊，真的，都行啊。来来来，你看，你不信我？啊，夫人，马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来报。哎，好，这就来了。赶这个，你等着，我这好着，你知道吗？他是很认真的事儿，你知道吗？演什么戏？怎么了？你不告诉大身上吗？大身上让您折跟头啊！这一会儿这一马平川吗？啊！您这还平得了吗？您这个不是怎么着？有这没这个？没这个，没这个。单腿一跪，叫我老爷抱就完了吗？你这进来叫老爷就完了？可不是嘛！你这是改编本的，你这是改编本的，没有改编本。你握着，你握着这个来。没棒槌来这玩意儿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滴滴滴，单听院子一报，院子来报，院子来报，报老爷，我的太太哟！嘿，行了，老爷，嘿，怎么着？新社会了啊啊！要饭的身份都涨了啊！站起来吧，别跪着了，这好不好？干嘛勒砖呢？你告诉我，这边喊老爷，喊老爷，你哪有太太？说这不说，不说，不说。对，那我今天干嘛来的呢？那您就报啊，报报报啊报！我问你怎么回事，你再告诉我呀。说哦，说这个小姐和石姑爷后花园散了分，您会不会？我会，不就说有事吗？是不是？会。行啊，又给你一个机会，你知道吗？来坐。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来报。哦，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嗯，起来讲话。是，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怎么回事？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了。提这干嘛呀？那些个人呢？不不行行啊！提这干嘛呀？这事儿还小吗？不，这事儿是不小，跟这儿提不着。不提这个，不提这个。那说什么来着？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没记住啊？那什么什么来？哎，我这你说，这我家小姐和石姑爷在后花园洒泪分别，就这么一句，这你都快累死我了，你都快，你快急死我了！来，跟外行没法弄，你知道吗？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来报。好，启禀老爷，大事不好。起来讲话。昨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哇，把我媳妇拐跑了？你说的？这什么戏呀？这？那你说拐谁媳妇？你说吧，拐谁媳妇？你说我去拐去啊？小姐和石姑爷，哦，小洒泪分别，哦，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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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都快累死我了，你都快，我告诉你，太麻烦了，我这弄一脑袋汗，我招谁惹谁了？我看来我这先坐歇会儿吧。哎，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院子来报。是不好，起来讲话。昨晚三更，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去得啊！干打人干什么的？欺负人不行，打人干什么的？有事说事，瞪眼不行，瞪什么眼？我是专家，你专家啥？我你为我怎么着？我给你说戏，你错了得承认，这就别有错不承认，小得跟日本人似的。你怎么意思？你有事说事，你别瞪眼，我不受这个。我告诉你，你是院子，哪儿都唱戏，知道吗？你是院子，你是奴才，我是老爷，我是你爸爸。呵，欺负人不行。不不，这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知道吗？真的，就您这模都踩着棍儿演了，还严谨呢？您这是让我心里很不宣的。您也消消气，您也消气啊！这不可邀请啊！我跟您说吧，我跟您说啊，哎，等会儿吧。你怎么着？我细跟您说着啊。那你说，咱俩演戏。斗公训女，对，我演这个老这个老爷老爷啊，你给我舌头都不利索，你看看。废话，这么半天一句戏没唱呢，净招我生气了，是不是？我演老爷，我呢，你演安人，然后您赶老院子，您不是演那院子吗？怎么了？您这是？哦，我给忘了，忘您老忘，您台上怎么办呀？我不要紧的，哦，我。我是院子啊，你瞪眼是跟我啊，那我怎么办呢？您我是你老爷啊啊！您怎我是你老爷？然后我一瞪眼，你就得害怕，我得害怕，你害怕就哆嗦，哎，哆嗦，哎，这地方您可得卖卖卖啊，这得卖卖，您专业呀，是是是，哎，您哆嗦，您看您这身上啊，然后就好像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哦，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看您这表演，这就瞧我的了，行不行？咱打头来，就精彩在这儿，没问题，咱来吧，你今儿算来着了，那就瞧您这个没。从头来，从头来，站不住了都，太累了这玩意儿。哎，你瞪眼我就哆嗦哈。啊啊，是。你什么时候瞪眼？上去就瞪，上去瞪好。你哆嗦不哆嗦？我还出得去吗？你说你不哆嗦是？我哆嗦什么呀？好，来开始走。哎，唱戏是个体力活。你还有话没有？没事了，太累死我了。嗯，他冬切冬切冬切冬，哎，招来嫦娥气拥火，仙人堂前列绮罗，还是勒砖的味儿。不吃，但听院子报来，院子来报，报！启禀老爷，大事不好！起来讲话。是，启禀老爷，昨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呀！这，哎呀！
扫地坡呢，我去你的吧。相声《人在江湖》，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哟，这什么？谢谢啊，这给献花的还有，谢谢吧，我也爱你。哎，姑娘，你真不嫌脏。这个封箱，什么叫封箱啊？嗯，曲艺界过去没这说法。哦，这都是京剧界戏班梨园行的说法。嗯，年终了，明天不演了，把所有的戏剧服装的箱子贴上封条，封起来，咱们叫封箱。对啊，这个我们借鉴了这种说法。嗯，就说了，今年的演出差不多了，图个吉利，这场演完就过年了，不演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嗯，一眨眼的功夫，一年又到了，是挺感慨。嗯啊，尤其今年德云社15年，嗯，在历史的长河里，15年不算事儿，对一帮说相声来说不容易，这不短了。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谢谢。上了台是演员，下了台也是普通老百姓，可不是吗？也有我们的喜怒哀乐，嗯，跟您过日子是一样的，都是人嘛。一年到头，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嗯，我们也有个亲戚往来，嗯，朋友聚会，对，红白喜事儿，好，随个份子，哦，都还随份子，您也随份子，多新鲜呐！啊，我怎么就不能有个朋友啊？不，那今年随份子了吗？随不少呢。说说，今年。纪念萨达姆去世5周年，随了一个200，不少啊，就省得去一趟，来个礼到人不到，就是省得挑眼啊。后来拉灯又没了啊，随了个500，交际面真广。嗯，卡扎菲800，朋友是指望年底就差不多了吧？嗯。金同志有没有？谁呀？谁？哎，随了个4000，这怎么那么多呀？他们说这个人跟我单位有关系，没有关系，是不是思密达？哎，谁呀？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看了好多事儿之后，特别的感慨。嗯，人活一世。不容易，是要不老话说呢，气势清风肉化泥。哦，不管你趁多少钱，是不管你有多高的身份，是到头来也不过如此。可不嘛，广厦万间，卧眠7尺。嗯，你趁多少间房，晚上躺下也就这点地方，就是这样。你有金银1000万，嗯，临死两手攥空拳。哦，有衣服1000件，嗯，你不能每日天天穿。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嗯，功名利禄金银财宝全是假的。哦，存一屋钱有什么用？没用。所以劝各位，嗯，如果有钱，多听相声。听相声这么费钱呢？也不见得都花到这儿，这关心呢，该花得花。嗯，听相声有好处。嗯，心情愉快，哈哈一乐。嗯，这是您花钱买不到。这倒是。可能你花了500块钱，嗯，这一晚上坐在这儿前仰后合一乐4-5个钟头，嗯，这500块钱就值了。是你在这儿能乐，你在家乐不出来呀。在家怎么乐呀？在家里边这500块钱你乐得出来吗？看着钱乐。吃完了晚饭，全家人没事了，嗯，掏出500块钱放在桌子上，来吧，咱们乐会儿吧。要怎么乐呀？乐得出来吗？没有，乐不出来。嗯，你要真能乐出来，嗯，你那个病500块钱治不好。要改神经病了，
所以说万事到头来，健康才是最主要。哎，这话一点不假。不是我捧您，您说您能活两个三十，六十岁，八点三十，九点三十，就活俩钟头，这是玩笑啊。因为于老师在后台来说，我认为啊，虽然说年纪比我们大一些，但是您的状态是最好的。我还不错，气色也好，心态也挺好，主要是心态。所以说你是肯定能够活到死啊。嗯，这不是废话，谁不是活到死？所以说有点时间，我觉得去锻炼，哦，运动，哎呦，应该这样做啊。是，这方面我检讨一下。您呢？做得不好，不行了啊。懒，我不爱动。孩子们那天，你干嘛去锻炼去啊？健身房。对。我说我都没去过，你看看，反正电视上演过，我也知道。举什么玩意儿来？杠铃，就这个是吧？啊，是。去吧，一块儿去了。好，一进门感觉他们都熟，他们老去，各找各的健身器材。啊，我说我来哪个？挑随便。啊，就别太累了，反正哎，慢慢来，找一合适的，循序渐进，找一个。嗯，进门口旁边那，我就来这个吧。哦，这真不行，实话实说啊，还不行。他们天天练，他行，我这乍一来哪受得了啊？啊，顶多20分钟。哦，我就吃不消了，真的。就20分钟，列位，我是真吃不消了。那您还是太弱，吃不消。怎么个吃不消呢？那里边有巧克力、饼干、饮料，这得吃到什么时候才是个结束啊？那您还吃20分钟呢？那没撑死您这个，吃不消了。您找什么器材啊？这个有一个自动的售货的机器。哎，就到门口让他给截着了。您一放钱就说东西，一放钱就说东西。谁让你玩那个了？太高科技了啊！向您学习，您别向我。新年新气象，多谢谢您。向于谦老师学习，您太客气。您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哪儿的话？实话实说啊。嗯。刚才开玩笑说活得如何如何，反正我觉得你比我能活得年头长。您这不客气。还有三块。嗯。吃得快，睡得快。嗯。拉得快。哎，这就不怎么样了。这个话题并不脏，是吗？列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很多人说了，哎呀，你站在舞台上，你在说上厕所的事情多么的肮脏。嗯，大可不必。可以说，人吃五杂粮，第一没有不得病的，第二没有不上厕所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嗯，在你的人生中刻意的抹掉去厕所这一段，啊，你不完美。嗨，谁刻意抹这玩意儿？好多人的一种病态的心理倾向。哦。你台上说上厕所解手，哎呀，他就当时就受不了了。嗯，其实你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古往今来，你说谁能不上厕所呀？那倒是，您多高的身份，趁多少钱，多么的高雅，你不上厕所，那你是个貔貅啊！嗨，哪有是貔貅的人？是不是？嗯，人家说上厕所决定人的健康，是吗？你刚才咱们说一碗三块，嗯，吃得快，嗯，不挑食，哦。荤的素的全行，当当当一吃吃饱了，营养均衡，对不对？睡得快，睡，躺下就着，这说明什么？没有说翻过来掉过去遮饼，没有，睡眠好，睡眠质量好。嗯、第三个就是解手痛快，这也是好事儿。人得代谢，这个顺利，这很好。啊，那倒是，这值得表扬，值得学习，是吗？啊，于老师每天早上8点钟啊、哦，准时排便啊，这是定点9点钟，嗯，准时醒过来。哎。我植物人啊，我拉床上啊，这个这个你不服行吗？啊，那是得服，还恨我呀？数十年如一日，哎，好，年头还不少了，知道吗？嗯，反正向于老师学习嘛。您别客气了，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身体。那倒是，有好身体为了什么？啊，健康长寿。是，不是说有好身体让你出去打架去？打架那就错了。嗯，后台有几个孩子。以我儿子郭麒麟为首，我要锻炼身体。好、哦、啊，我要锻炼身体，我好身体。嗯，如何如何？什么？昨天出去跟人打起来了吗？都说没他。都是小孩们玩儿，回来脸上都青了啊！不是怎么回事？打起来了。嗯、不是你那个近视眼就这么胖，还打架？真是啊！眼镜呢？兜里掏出来了，在这儿呢，
我这眼镜怎么没碎呢？我怕眼镜碎了，打之前先看好了，要摘下来凭着记忆打。高手啊，这是。结果呢，这不让人打了吗？没法不挨打。好好说相声，别没事找事，知道吗？是。不行，打了我了，打了我了，我跟他打赌来着。赌什么？我跟他打赌，打赌三天之内让他给我道歉，要不然我就杀了他。嚯！听完之后心里都凉了，是吧？我说我可得管你，是的。你说的这叫什么话？真是，你才16岁，怎么能够赌博呢？啊！杀人那事儿没提，哪大哪小啊？你怎么？哦，就说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说这个意思。其实说那个，他小孩就是看武侠小说，看那个电视剧看多了。哎，他老幻想人世间有那种武侠，哦，登平渡水，走虎沾绵，侠客背着刀如何如何，哦，哪有这么多侠客？真是，那是文学作品。哎，现如今说良心话，北京城找这样的侠客，充其量有这么一个两个就了不得了。那还是有啊，比如说你父亲，啊、我提这醒干嘛？哎。想起来了，于老师的父亲，好，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提到过于先生的父亲，那肯定不止一次了。老爷子有很多的身份，是做过很多的事情，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哦，在此我澄清，全是艺术的创造。我谢谢你。他父亲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武术家。哎，请您听这个故事。什么厉害啊！18般兵刃，渐渐你美什么呀你？你说到这儿怎么那么美呀、啊？我愿意在台上说点我们后台的亲人啊，说说你父亲，我儿子。哎呦，我大哎，这叫什么话呀？先说的郭麒麟呢，就是这分开了说什么呢？这个人就是了，就没意思了，这怎么没意思？你不要认为他们两个是一个人，多新鲜。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啊！现在这两个人是俩人了，哎，以前也是俩人。你父亲是武术家啊，就单说他18般兵刃，渐渐精通，都会。我这没死，这段不要钱了，行吗？哎，行，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就说18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哦，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的，带峨眉刺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单的、双的，方的、圆的。你父亲全行，那么大能耐，哎呀，老厉害了。啊，因为咱们家里边从你祖父，你曾祖，反正往上倒多少辈儿，都曾经是武林中的奇士。嚯、都练武。对对对，所以说。到你父亲这边也是从小咬定牙关一定要做一个武林中人，习武。老爷子练功练的那个寒暑不侵，刀枪不入。哦，寒暑不侵。寒暑不侵呢、最凉最热的天难不住他。哦，那是。我举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想练这寒天冷天，哎，得抗冻。他父亲坐车奔西伯利亚，那是最冷的地方，西伯利亚多凉。嗯，老头到这儿找一没人地儿，荒郊野外，把衣服全脱了，穿一个日本相扑的内裤，什么扮相？什么扮相？迎着风站着，那多嗖的风啊！那玩意儿，拿一个搪瓷的大半缸子，冰镇着酸梅汤，都到西伯利亚还得找着酸梅汤。这手拿大蒲扇。吐着风口，喝风去，还唱歌呢，唱还唱歌呢，唱什么？这就是二，怎么是二？我也说不清，别说了，那就这眼就够了啊！练着寒抗冻，不怕冷，哎，抗冻，还练这热，热，找最热的地方，哪热？什么叫印度啊？敢吃道边上这个国家？哦，老头去了，从里到外，秋衣秋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皮衣皮裤，哦，水獭的帽子，水獭的外套，我爸爸跟阎鹤祥的祖父是一家的，水獭的眼镜，
水塔的口罩，属于水塔的棍儿，这肯定是啊棍儿，这棍儿精神啊，还精神呢。练就把自个儿练成水塔，寒暑不侵，这叫寒暑不侵，这都是小玩意儿，不算什么。真正的讲的是兵刃，哦，架子刀，是你爸爸练刀，嗯，都练绝了，怎么呢？天下的刀他都练过来了，嚯、哦，单刀、朴刀、鬼头刀、嗯、长柄短刃刀、去刃几天刀、青龙偃月刀、崩头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雨林大刀、行刑刀、灰犀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闪油头刀、尖刀环柄刀、狮子长宽刀、龙环柄刀、龙血大环刀，哎，全练。嗯，尤其你父亲这口刀怎么样？削电弯眼刀，这名字太奇特了。好练是吗？融合了三派，哪三派？北京的哦，济南，嗯，扬州。很天平，那这个刀法叫肉上雕花，最大的特点，杀人于无形，还能杀人。不管你是谁，到了你父亲手里边，嗯，当当当当当当，当时下地毫无痛楚，修脚的呀，我说叫修电弯眼刀的，这不是当时下地这词儿都出来了，就是走得快。快，还是修脚的。武林中人见你父亲，当时就嘡踢你，只要一踢，老头啪，哟，把刀伸出来啊！哎，行行，这还挖机呀？这是教训你，这叫教训。所有的武林中人被教训完之后，是都特别客气，服了，掏出十块钱币。哎，现在那就是交钱的呗。练刀，嗯，人称天下第一刀客。我还有名儿，后来说我不能老练刀啊，练点别的，老练刀没意思。嗯，我什么时候能耍剑？随时呗。请注意您的措辞。不是，什么叫耍剑呢？您这拿着宝剑跟那儿耍耍，那叫练。练说都不好听，反正练宝剑。宝剑，对，啊，父亲要练大宝剑，没听说过，就叫宝剑，没有大吗？啊，没有。嗯，要练宝剑。嗯，拜过师。是啊，老恩师，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嚯，西门吹雪的弟，他叫西门吹灯。哎，要死？什么玩意儿？这吹灯这词儿都真是小啊，剑不好来啊，剑分文武。哦，看哪儿？看穗儿。穗，哎，这穗子不叫穗子，叫剑袍。嚯，哎，这文人那剑上面才带穗儿。哦，挂在这儿。嗯，哎，练武的那个比这秃的没有，这还挺讲究。分文武，嗯，天天跟吹灯老师一块儿，哟，在小黑屋里边练。赤黑屋点一小粉灯，啊，这儿耍剑。洗头房吧，你说这。小黑屋里点一小粉灯，俩人在里耍剑，我怎么听着那么熟悉的？你这么说你没少去。不是，我看介绍啊，这玩意儿啊，别瞎说啊啊！当年哪有这个去？当年练武剑是，哎，后来遇见一件事情，遇什么？对你父亲的打击非常的大。什么？武林中人有人要害老师，吹灯。别说的这么不吉利，您说的吗？啊，吹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吹灯，但是那个吹是一个口子边一个欠啊，灯是一个火一个钉，还是这俩字儿，就没换词儿。这夜半三更来个贼人，哦，又打墙外腾关进来了，站在那儿了。嗯，这是比武来的。对，老师看了，仗剑而立。嗯，来呀，嗯，把我的红裤子给我拿来。这叫怕剑，一身血。嗯，再看那边，噌噌噌噌，又翻起一百多人来。哎呦，老师看，嗯，把我的黄裤子拿来。这是怕剑一裤子屎。老师这么脏，废话，换黄裤子干嘛？迷惑敌人。哎呀，嗨，有什么可迷惑的呀？敌人会纳闷，我们这个人一会儿一脱裤子什么意思？哎。换上了。为首的贼人在江湖上有号，叫什么？外号叫吸血鬼。嚯，
听这名字，你拿刀咔捅他，怎么着？他一张嘴就能咬住。哎呦，一使劲，这铁片刀能嘬出血来，这能耐太大了。宝剑递过去，康康咬住了，当时能嘬出血来。哎，后来知道，这个人有很严重的牙龈炎，吸自个儿血呀、啊，好厉害！哎，这上医院不就完了吗？开打啊！两个人打在一起，哎呦，还得说西门老师厉害，又能耐，咔嚓的一剑，嗯，吸血鬼倒地就死了，哦，杀了一个严重的牙龈炎患者，不至于死。后来警察叔叔来了，啊，把老师就带走了，啊，这还有警察。临走的时候跟你父亲说，记住一定要刷剑，这别嚷了吧。啊，又喊口号了，带走了。后来因为故意杀人罪判了个死刑啊，按揭五年。死刑还有按揭？这当时没枪毙，那叫什么？那叫缓刑，不叫按揭啊，不叫按揭。哦，我理会错了啊，没人教了。哦，老爷子自个儿咬定牙关，练别的。哦，练镖，镖是镖，没有这么大啊，嗯，三寸左右。哦，是个暗器，对，前面三棱子。后边甩着红绿的绸子，固定位置以及把握方向、掌握平衡用的。哦，古人有用的。是，不知哪位听过评书《三侠剑》？谁？有一位英雄，圣婴圣子川。对，三支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哦，扬子江心，道富八百里，康熙爷御笔亲题四个大字，侠义可亲。有这么一位，说的就是这位圣婴圣子川。哦，这镖太厉害了，你父亲学人家这个练镖太准了。嗯，啪，这镖分上下啊，这么大的镖在手心底，啪，这叫阳手镖。哦，反过来这叫阴手镖。嘿，哎，这么大叫回手镖。哦，有说法啊。你父亲后来练藏镖，藏镖是暗器，这个镖藏在身体上。哦，你可找不着。哪怕全脱了啊，光着一丝不挂啊，你不知道这个镖藏在哪儿。这些太厉害了，他可是一伸手就有，是吧？啪。他把镖插屁股里，我说找不着呢，这有这么藏镖的吗？都不用打中你，那怎么办？把面门刷一过去，当时就躺下。哎，那是熏的，那是。我说咱说一趟好事儿，怎么？江湖上给你父亲贺号叫彪子。哎，没听说过有叫彪子的吗？很厉害啊！其实到这会儿，他的武术就不错了啊，刀剑镖，别提这个，已经算三绝了，还三绝了，已经算三绝。但是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哦，出事了，怎么了？因为老头这人呐，也确实是太有个性了。怎么着？他觉得自己是武术中人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嗯，要除暴安良，好事儿。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呢，这儿挂一金链子。金链子上有一小金牌，哦，写着家庭地址。嗯，家住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甲一号。哎，姓什么叫什么，外号叫什么，括号彪子，见人都是我。这儿挨揍呢是吗？这得多大牌啊，要都写下去。我夜道手里拿一电棒照，光光灿灿啊！你慢说劫匪，好人都能起了歹心。那是，这链子就不小啊。啊，对过来人了。嗯，愣小伙子骑摩托车。好，哦，这大金牌子，嗯，这大金链子啊！下来摩托车，给我，要大老江湖，嗯，摘起来，啪，真给扔到草地里边。哦，小伙子过去捡去。嗯，你爸爸上摩托车，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呀，他倒是老手了，这。劫匪拿这链，拿这茬，眼泪都下来了。是啊，塑料。哎呀。上这个恶大，打电话啊！警察叔叔您好，我报案。他报案，我是一个劫匪。哦，我刚才碰到劫匪了。哎，什么乱七八糟！我被这个劫匪把我劫了。啊，警察听了半天，劫匪劫的劫匪啊！你们不是同行吗？啊，是啊，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哎，天哪！把这句话延续下来，找吧。咱是得找啊，照着地址很方便就找到你们家了。是有牌子啊，你爸爸不能回家了。哟，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当初就纠结在这个地方，嗯，一时疏忽
有家难分有国难投。您瞧瞧，转念又一想，就是因为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力不行啊，还是不行，还得拜师。哎，找去吧。还找，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真找着了，真问出来了。哦，有两位世外的高人，是吗？高人都得隐居啊，那就藏着，没有站街上喊我是高人，没有，那不叫高人。这两位藏着，藏哪块？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哎，藏那儿干嘛呀？叫高人？两位高人啊，武林中赫赫有名。哦，一位叫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老。学什么的呀？还有一位打印度回来的，他叫武林高人，啊、小咖喱黄不辣。哎呀，真俏皮的啊！两位高人藏在野兔繁殖基地。哎，小一父亲开着大摩托就去了，找去。到这儿停下车来，嗯，进门一瞧，嚯，怎么着？两位高人正在午睡，哦，睡觉，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草，俩兔子精啊！这是，不是藏那儿了，就是养在那儿了。这是。苦修苦练是吧？没有盖这个花被窝，没有，都是盖着白菜。哎呀，这一说，两位老师弟子前来学艺，还学呢。俩老师坐起来了，啊，还是吐，坐着干什么？啊，就是刚起来扶那窗盘。哦，那么上哪儿？别捋了，还是一折耳兔这个。坐那儿啊，别，这是打床上蹦下来的是吗？两位老恩师。我想跟您二位学艺。哦，哎呀，学艺可不容易啊。是啊，先看看你的智力如何。哦，武林中人练刀枪剑戟都是有口诀的。好，告诉你一个口诀，如果能背得下来，我们就收礼。您试一试，记住了。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是口诀呀。你爸爸七天就背下来。傻小子，七天背了两句话。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哎呦，俩老师都傻了。太神奇了，咱们当初可是半年才背下来。这叫看见高人了啊！快起来吧！不能，我不起来，我要拜您二位为师。别去，你的智力可以。哦，咱们三个人肩膀齐为弟兄，拜把子，咱们算把兄弟，好吗？你一个头磕在地上啊！人家这俩人呢，老王是最大。您等会儿，嗯，老王是谁？我告诉你。啊，少林寺是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老大。哎呀，我都把这信儿忘了。王老大，王老二，你父亲是兔老三。兔老三不是在这儿拜的，就老三啊，就是老三。你父亲是三弟，哎，大哥二哥三弟。对，要说起来，你父亲这份儿怎么呢？有一个学艺的样子。哦，虽然说叫大哥二哥，但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三弟，那当一个孩子，就是跟人学伺候两位。嗯，这两位规矩大了，是啊，天天得练着。嗯，而且参禅打坐。哦，还打坐，拿草编的一蒲团往这一坐。嗯，练都碎了，老坐。老大说我这蒲团都坐不了了。嗯，你爸爸孤灯趴地。嗯，坐我身上，坐这么虔诚，坐你身上，坐我身上，别耽误您练功。嘿，老大一坐，哎呀。这个三弟肉蒲团是真好吃。你先等会儿啊，您这个有广告嫌疑。他也没有跟我说话。哎，这什么词儿啊？这是三弟当个肉的蒲团的。哎，这行了，很好，能解释。哎呀，太好了，他人亲如兄弟，我那么好，天天教你父亲练功啊，练的什么呀？紧背低头弩。这是什么呀？就是一大葫芦。哦，葫芦里装的是各种暗器。嗯，抱着这暗器，抱着大葫芦，他一拍，念一句口诀，哦，当时万箭齐发，谁都得死。这么厉害，你爸爸天天抱着葫芦跟院里练。好，叮当啷当啷啷，哦，什么乱七八糟？葫芦娃呀，这不是？这是半句，啊，后面还差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老师说那一个字儿先不着急告诉你，好留着。哎，这熟了再告诉那一个字儿就成功了。哎，一眨眼的功夫，八月十五到了，嗯，中秋佳节，两位都挺开心。是过节，老大老二，因为是他们俩人的生日啊，还是兔爷呀？啊，八月十五生日不就兔子啊？说咱们得庆祝一下啊！啊，怎么庆祝啊？出去开开眼子。怎么开眼？外边吃饭。好，走，吃饭去，聚聚吧。骑着大摩托。哎，正当中是你父亲。后边是小咖喱黄不辣，前面是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老。哎呀，瞧这仨人的乱劲啊！问大兴城里，嗯，找吧，看哪个饭馆好。嗯，便宜坊，吃鸭子，烤鸭不吃，不感兴趣，不爱吃。东来顺，涮羊肉不爱吃。嗯，狗不理，包子不想吃，
哎，这儿新开一家店不错。这儿吃什么？这叫兔子登鹰。哎，怎么老跟兔子有关系？太吉利了。啊，图个吉利。进来吧。嗯，坐在这儿点菜。啊，俩凉菜，俩热菜。哦，俩凉菜。嗯，来个毛豆，来黑豆。豆子。俩热菜呢，炒洋白菜啊，炒一蒿子杆儿。全是绿的。服务员说要什么饮料呢？仨人一块儿说，有胡萝卜汁吗？哎，这个三瓣子嘴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啊，胡萝卜汁来了，仨人拿起来跟着喝，开心。突然想起来，待会儿谁结账呢？啊，又结账。老大说了，老大知道吧？老大，少林寺住的。行了行了，大记个大概齐吧。黄老大、黄老二、于老三啊，对，仨人啊。说这三弟不能花钱。那是啊，老大你花钱。哎，老二说别去，就是我花钱了。冬天进草料都是我花钱，是吧？进那么些草料，怎么办呢？咱们打个赌吧。哦，看谁的武术高。哦，比试比试。小饭馆旁边地上两桶水，咱把脑袋扎在里边去。对，看谁憋的时间长，比扎脑子，谁就不花钱。哦，请请，三弟在线，懂？扎下去了。脑子都扎里边，十分钟。哦，服务员过来了。哎，这俩可死了。哎啊，这就死俩呀？淹死了。你们谁结账？嗯，哦，你等我好消息，等我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爸爸出来闪摩托，他跑了，走了。嗯，往前走就庞各庄了。是啊，大型庞各庄出西瓜啊。对，马路两边都是西瓜摊儿啊，也是忙中有乱，咣，这撞地摊儿，哦，西瓜都碎了，卖瓜的不干了，嗯，拎着刀过来了。你疯了啊，这西瓜都碎了。嗯，哎，把摩托车留下。哟，你爸爸乐了。嗯，光天化日你这是明抢啊。真是少来这套啊。你看看，那摩托车是我的。哎，我在这儿抱着这劫匪了，我可找着你了啊。啊，过来过来过来，拖着拖着。你爸爸坐着。你坐你坐。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好什么好啊，你坑苦了我了。今天看见你，你走不了。好，你说怎么办吧？我能怎么办？是不是？那个，咱们好商量。我跟你说啊，我是武林中人啊，我是天下第一刀客啊，华北地区第一剑人啊。什么名字？我还叫彪子啊。我有两位大哥啊，一位是少林寺主武当山帮主大神父王老啊，一个是小八戒黄不拉。哎，您猜人能记得住啊？这两位已经去世了。等会儿，这俩是谁？你大哥是少林寺主武当山，爱听的是得说清楚啊。其实说呀，就我就是生不逢时，知道吗？这个没办法。我如果说搁在美国去啊，我比李小龙还得厉害，是不是？这话说完，卖西瓜眼珠都亮啊。这怎么？你去吗？干嘛？你去吗？我送你去。不，你还有这路子？那当然了。嗯，我有三个工作啊。第一是劫匪。哦，但是因为摩托车被你弄走了，我就干不了了。成本太低啊！第二，我是卖西瓜的啊，现在西瓜碎了，我也干不了了。对，我还有一个工作，这是我负责偷渡。哦，偷渡是个蛇头。哎哎，我带你走，我送你上美国，好吗？愿意去吗？那去啊！身上多少钱？钞票都给我。嗯，爸爸真实的啊，衣服翻干净，钱给人家了。是，嗯，夜里送你走。哦，夜里走，送你上美国，偷着去。晚上一巴掌，这蒙着眼睛，啊，不让看。那是不让看，不让看。先弄一车。拉出去，到水边上船，嚯！告诉船上别动啊，最起码一个来月。说太平洋可厉害，那是老大老大，太平洋大啊！哇，水面上一个来月，嗯，你爸爸才到，下面都转，那是老晃啊！到哪儿了？到美国郊区了。美国还有郊区？我给你联系电影去，保不齐你就成功了，知道吧？完事你这些日子先别待着了，那这边上有咱们华人的小饭馆啊，跟着先干活吧，打工啊，刷碗吧。是是，爸爸跟这儿真认真啊，刷碗有手艺啊。哦啊，手艺刷着碗，哎，挺好。一晃一个月啊，人家过来给工资，嗯，给了300块钱人民币啊。你等会儿上美国还给300块钱人民币，你爸爸也纳闷啊，我都到美国了，我挣人民币。就是啊，老板，咱上哪儿这儿啊？我这为什么要给人民币？对，怎么就不能给人民币？凭什么？凭钱这么想？我这好容易来趟美国啊，尤其我在太平洋上，我漂流一个多月了，这才到啊！我为的是什么？对不对？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你给我讲清楚啊！老板乐了，啊、你真缺心眼儿。怎么？这一个来月你可没在太平洋上？那在哪儿呢？密林水库。感谢朋友们啊！哎。对我们非常的支持，是。
其实说句良心话，嗯，我们的水平还不够，有限。小学生，对了，离着我们前辈演员们差着很远很远。想当初，中国相声界是人才济济，对，多少好角儿，多少高人呐、啊！嗯，跟人这些名家们比起来，嗯，我们微不足道，不敢比。当初最有名有一相声八德，怎么叫相声八德？八位名字带德字儿老前辈哦，玉德龙哦，这是这辈儿的大师兄。马德禄对，焦德海是是，刘德志对，张德全哎，郭德纲、啊、刘德华啊，全聚德，这是什么全聚德？德和乐没有。啊、摔跤的词儿都出来了，反正不少。我后边这几个是今年新款的，这还有新款的。德寿，寿字的是张寿臣，哎，对，李寿增，哎，尹寿山都有，活受罪，啊，没有了。再往下是宝字的了，宝字的了，侯宝林，那是大师。孙宝才，对，常宝坤，哎，李宝库。嗯，刘老根儿、嗯，大辣椒、嗯，什么大辣椒啊？里头连个药匣子都有啊！关外的这几位，哪有什么关外的啊？名家辈出啊，是有很多人，但是现在很多先生都去世了哦。像这个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嗯，郭全宝先生，对，时间不长，嗯，刚去世了，嗯，多可惜呀、啊！是。一肚子能耐呀，对，没留下呀。嗯，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哦，您瞧瞧了啊，老头说了，没事儿。哦，生老病死在所难免。是，我是不行了。哦，你们好好干吧，鼓励我。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嗯，转告于谦说我让他上头里等我去。啊，我上头了去。哎，结果他也没去，那是不能去、嗯。不听老先生话，这没法听。你没去就对了啊，留下来好好说相声，哎，好好的给大伙儿演出，哎，对，这个人难得呀。怎么难得？说实在的，现如今您有这个造诣啊，是通过您努力得来的。那不努力也不行啊。小的时候于老师不行，是打小我们一块儿吗？发小，曲艺团学相声，对，我们都去考试去了。哦，老师看们都高兴，是叫什么呀？嗯，郭德纲，呵，精神啊！来来，快来快来，宝贝儿，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上人见笑，来来 吃糖、嗯，高兴，还给糖吃啊？哦啊，后边他进来了，进来进来，嗯，嚯，嗯，叫什么呀？嗯，于谦，哦，扭过脸去，扭过脸去，扭过脸，对，冲着墙，冲着墙，哎，好，转、嗯、过墙，嗯，嗨、不至于见我那么恶心，这膈应看着，有那么膈应吗？知道吗？啊，老师也是，走走，别来了，别来了，啊、你学不了相声，走吧，轰走了。他父亲真好，当然了，老师，您给我们孩子一机会吧，啊，给一，求您给一机会，是，啊，听着，嗯、啊，一加一得几？小题，十四，啊，走出去，是不？老师。啊、您再给我们孩子一机会，还求情呢？一加一得几？嗯，七百。走，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再给机会，还求。一加一得几？还是这题呀、啊？一万四。呸！啊，滚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给一机会，还给机会。一加一得几？啊，二。哎，老师，您再给一机会，给一机会，还给机会。我们爷俩谁傻呀？这是，是吧？没有这样，真事儿。什么真事儿？真事儿，他爸爸真疼他。那能不疼？买测谎的机器搁这儿，干嘛呀？就为了让他说实话。哦。他考试他净那个，我们考试门门一百分。啊。郭德纲打小一百分一百分，全是。他这个啊，啊，三十五，不及格。二十六，嚯，十四，啊。负七，负七，我上一学期还赔七分，知道吗？啊，他也着急，你分不好，买笔、啊、大粗笔都改了，改一百分。哦，改。哎、啊，他爸爸后来有所察觉。是啊，弄一测谎的机器搁这儿、啊，一说瞎话，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响，他响。嗯、啊，这儿拿卷子回来，过来，考多少分？啊，
一百，嘟嘟嘟嘟嘟嘟嘟，骗人。说实话，嗯，七十，得，嘟嘟嘟嘟嘟嘟，还不对。说实话，二十四，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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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瞎话，把他爸爸气的，那是生气，枉费我一片苦心呢。嗯，你怎么这么不学好呢？啊，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一百分，嗯，砰。我们爷俩一句实话都没有，反正全是瞎话，真事儿。什么真事儿？到您这儿全是真事儿，真是。他们老爷子说良心话，我其实很佩服的。是吗？真是很佩服啊。他按说按照老爷子的想法，嗯，于谦就不该说相声，怎么应该子承父业？哦，跟他爸爸一块儿干别的去。干什么？他们老爷子是这个大夫。哦，医生，哎，很了不起哦！北京城一扫听都知道，有名的，嗯，老西医，对啊，老西医，这老了管什么用啊？这个，我听都夸嘛，老西医，老西没老中医呢，老中医啊，妙手回春，知道吗？是我哪懂？咱小那会儿不懂得这个是吧？啊，不过那是打小我总上他们家去，那串门嘛，跟老头聊天，咱长知识啊。是左小孩，人家了不得，是家里那线装的书，哎呦，繁体字。各这么看的，这么翻的，嗯，竖排版的书，咱哪看得懂啊？对对，妞老爷子一面墙的书柜啊，啊，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是吧？嗨，等会儿吧，怎么全是这书啊？我也不懂，反正净看有这个啊。那么大岁数了，看点别的。我不懂了，咱跟老爷子请教啊。你看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哦，老头跟你讲这个没事儿，哦，因为这个当时西门大官人来说吧。他这个还是金瓶梅啊。啊，你也是，你问点别的不好吗？我就说这字儿吧，说有不认识字儿，繁体字儿，哦，繁体字儿咱不认识了。那是老爷子，这个您看看老字儿，老头拿老花镜，啊，看，哦，这个字儿啊，这念庆，念庆，西门庆啊。说咱别提这个了，成不成？老往那上领，你这不是我领，您老说呀，这跟老头之间我们是忘年交哦，忘记年龄了。对，老爷子真好啊，疼他，拿我说的当亲生骨肉是一样的。对，没事上家去玩去啊，到他们家我推门就进，跟自家一样，推门就进。是你上别人家问在家了吗？啊，我来玩会儿，这他们这没有。是。推门就进，跟自个儿家一样，熟了。老于家他们是哥仨，对啊，这是二爷，上面一哥哥，底一兄弟。对，这哥仨是踩着肩膀下来的，我在中间啊，岁数差不多。是，大爷今年是39，对，嗯，咱们差不多，他37，踩肩膀，踩着肩膀嘛，嗯，老三14，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这个。还踩肩膀呢，这个大小差不多吗？差远了，35，35，35，岁。哎，他是今年在外边演出，好，老三在外边做买卖，哎，一天到晚的这儿也去那儿也去的，不在家。兔子是怎么着？不在家，大爷跟家里边，嗯，哎，真好，孝顺。说良心话，全靠他了，嗯，伺候老头，对，无微不至，是无微不至，嗯，我有些日子我没去了，后来有回打门口进去一看，呀，怎么了？我心里都不是滋味。什么事儿？老爷子病了，哟，躺着啊，那脸呢，翠绿翠绿的，绿了。大哥坐在边上，那脸呢，惨绿惨绿的。那爷俩谁先死啊？这是？你老盼着这个？你老盼着这个吗？不是我盼着，怎么这都这色儿？我也纳闷，我说怎么了？啊，哎，哥，我，哟，德刚来了。啊，老头可能够呛。哟，这些日子不好。啊，半个月了，一直是这样，都没在家。二的三的都出去了，跑，就我弄的。嗯，不是你那脸色怎么还不如你爸爸了啊？啊，真死是怎么着？他照的是怎么着是啊？没听说过，我三天没吃饭了。你看，我你这是胡闹！你给我打一电话啊！你拿我当外人呢？就是，你去吃饭去，弄点饭。你这哪行？你这哪盯得住啊？啊，百日床前无孝子啊！对，快去快去快去！是我看着我看着，你也得吃饭。大爷站起来直晃悠，饿的。说两句话，咱看不了这个。嗯，晃晃悠悠出去了。你看，我坐着看着你爸爸，我心里不是滋味。你看，老爷子，嗯，你也有今天啊？哎，我哎呀，别跺脚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说原，什么叫也有今天？原来你这个爸爸，说实在的啊，哪个爸爸呀？多壮啊，身体好啊，哎，大高个儿，是四方大脸，嗯啊，壮，一脸的护心毛，哎呀啊，没听错吧？
啊，过心毛长脸上了，都显得凶啊，你知道吗？显凶管撩开跟人说话了。哎嘿呀，改西施了是吧？不许美化的，我这是美化。这会儿躺在这完了，脸都这样了，脱相。我心里我能是滋味吗？瘦了。哎，老爷子啊，看看啊，认识我吗？怎么着？德刚啊，还认识？呵，不含糊，他认识你，他认识我，是没事，老头啊，别往心里去啊。哎，硬啷啷的，踏踏实实的，能活一百多啊。您劝他，我倒口水喝吧。喝水。啊，哟，我抽着，您起来坐会儿啊。啊，不行，我干点什么呀？嗯、啊，您要什么呀？我给拿点什么？是，我要小姐啊。你早就该死，你知道吗？一点都不多 啊！这个怎么了？这是，我要接小手。哼，这岁数这功夫，你弄的什么文言呢？这，好好说，我听得懂啊。是，你说白话不就完了吗？我扶您起来吧，起来吧。嗯，尿完了，嗨，完了。好，那我一歇啊。那看着点啊，言语事真是的哈、啊。没事，老爷子啊，踏踏实实的。嗯。哎呦，正说到这，老头这白眼儿哟，往上直翻。哎，坏了，怎么回事？这叫倒气儿，这是。这就过去了。我赶紧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啊。啊，出不出？我探探有没有鼻息呀、啊？怎么探？哎，死了。对呀，没死也让你处死了。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也不能怪我，我也没学过兽医。没学过您就敢下手啊？这个呼，整个都完了，整个都死了。那不是一点没糟践 啊？全死了。这些个苍蝇哦，哪儿那么快呀、啊？我赶紧奔厨房啊！一进厨房，那门扒着门框一看啊，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又瞧见什么了？我看见大爷，我感动。怎么了？你有这样的哥哥，说实在的，你露脸去吧。干什么呢？啊，说句良心话啊，啊，伺候老头一天两天去，这是多少年了？是，就为了老头把自己都喝出去了，熬坏了，好几天不吃饭，谁试试啊？就这会儿说实在，你让他吃，你说给他炖锅肉啊，弄俩肘子，他吃下去吗？根本就不行，心火都跟这儿呢，疼着呢。煮点面条，看着可怜，煮点面吧，煮的有宽条的啊，有细条的，是，有龙须面。有担的面，有抻的，有手擀的，知道吗？有刀切的，七八样面条，打的卤子，炸的花椒油，卸的芝麻酱，炸的酱，肉丁的，肉片的，肉末的，肉馅的。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这都死人了。四十多样菜码，嚯、哦！这会儿正包蒜呢。哎呀呵，还吃蒜呢，还有兴趣啊？我呵。你真行，我告诉你啊，别弄了，就是你爸爸完了，死了啊，你爸爸死了，是，哎呦，这才哭出来，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行了，别盛了啊，我那蒜呢，就别吃蒜了。还要蒜呢，就不买红粉皮去了，我就啊，吃吧，吃的还挺全，吃了三碗面，嚯，喝两碗汤，啊，吃饱了，嗯，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好嘛，妈没往心里去啊，你爸爸死了，哎，再告诉他一遍，去看看吧，啊，这会儿来六个耗子，宝宝皮就拉出去了，啊，啊，领着他奔这屋来，带他去。趴在那儿是哇哇的哭啊！三爷早晨起来给三爷打电话了。哦，他跟保定这边谈买卖呢，做生意啊，请客户洗澡呢。哟，跟洗浴中心的池子里正泡着呢。嗨，手机响，抓过来一听说老头要不好，啪一扔，顺池子蹭就上来，顺着京石高速唰回来了。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光的呢？他穿着拖鞋呢。那管什么呀？这要是来个眼镜来口罩算三点式啊，没听说过啊，该挡的地方一点没挡上啊，这个有这三点吗？跑回来了，
啊，哥俩趴在这儿是放声痛哭，哎，哭吧！到这会儿他们可都乱了啊。是，这个事儿得有人来了。对了，我得帮这忙。您来，起来，起来，起来，别着急啊！哭是不管用了。现如今咱得说这棚白事儿怎么办？先得办事儿。大爷说了，这样啊，老头死了我心疼，哦，被家里钱我都给他花了，全花，我姐心疼，办事用。三兄弟说：“你这话我能理解，这也不是个办法。哦，这完事咱们怎么办呢？还得过，咱还得过呢，这玩意儿是不是？哥俩越说越呛吧，越说越呛吧。哟，我这可坏了啊！死丧在地，不可打闹。对，又何况古语说得好啊，啊，狗咬狗一嘴毛啊，啊，俩狗是怎么着？不是二狗相争，比过一伤，不还是狗吗？不是，别打架，别打架，大爷，大爷，你卧在这边啊。对，老三，你趴那椅子那儿去。对，什么呀？趴那椅子啊？”还是狗打架，你累了你趴椅子歇会儿啊，累了坐着好不好，赶紧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的白布全拿出来，干嘛？做成孝袍子孝帽子，给各界亲友送信儿，要大办白事，欢笑。要说起来啊，你们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当然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绝欲裂，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嘿嘿，好，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宝丧讣文传出，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只会飞化白虎铁，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裁张白纸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哪五个字？孝贫不孝娼。哎，没听说过有写这五个字的吗？隶书，咱们这是 那什么书也不管用啊！我这我不会写，瞎写，撕了吧，撕了吧，就甭贴这个。大门的左边地上挑钱纸，门口还有这么一张白色的纸，那四个字我写的。怎么写的？苍天有眼啊！早就该死是吗？怎么呢？没有写这个的啊？写什么？树报不周。这对不起啊，我眼神也不济。其实打你们家那儿过，我看你们家见天贴着的，也没注意过。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啊！消息传出来，街坊邻居哭成一片了。是这么好的人呢？哎呀，死晚了啊！早就该死啊！大办白事，办吧！准备啊，给老头换衣裳。是，先把身上这身都褪下来。哦，呼，这些日子又出汗又跟烫肉了，一闻这嘎着窝都孜然味儿的了。这是什么味儿？老头褪干净了啊！做大柴锅干嘛？大柴锅架上柴火，哦，放水，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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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洗擦，这谁干？我呀。这我来，哦，我脱一光膀子，哦，我来大皮兜子，大胶皮鞋啊，水开了吧？啊，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这干个劲儿劲儿的吗？那有穿皮叉的吗？这个刷擦，拿开水往上泼，啊，拿铁爆花擦，哎呀，这不用这东西，拿砂纸打吗？嗯，什么呀？干个劲儿劲儿的，啊，换上整部的《金刚经》《陀罗经》被漂白布、高头水袜子，哦，都弄好了，往这一弄，嗯，把棺材就弄出来了。棺材多少年的存下，是老棺材了。对，这说实在，这棺材啊，哎，现如今咱见不着，这他秀气，你知道吗？这是棺材，这个这哎啊，这是蛐蛐过笼，知道吗？嗯，这不叫棺材，我比划不过来啊！谁让你比划？当年的老存相，哎，对，老的。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好东西。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嗯，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是写着你爸爸的名字。哎，上写亲封，嗯，这俩字是红的，底下白字是名字，是登侍郎、嗯、于太公、哎、会进郭。对，我爸爸叫于进郭呀。什么名字？这是你爸叫于德什么？这什么呀？没你甭管，这没有了，写个名字就完了，甭管叫什么吧，就于少谦啊，写上嗯，于少谦，大户人家吗？大户人家这字儿没有倒着排的呀，这个我哪懂这个呀？哈哈，啊，这都来了，赶紧得入殓，入殓，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呀。对了，特吹管子的，啊，打那个九阴锣的，是八面大铜锣，震天震地，哎，没见过这么大的锣，那么大的，哎。我告诉你，哎，哎呦呵，哎呦哎呦呵，哎呀，这么大个儿，嗨，怎么大？这是锣吗？这个，嗯，当当，好嘛，跟卖糖的似的，没听说过。这是那锣旗儿，锣旗儿这么大，锣很大，对，咣，起
咣踢咣踢咣，这声敲的人心都碎了。是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哎，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哦，请大爷，是这叫长子抱头。对，你哥过来，赶紧来抱。嗯。这还擦擦手就别擦了，嗯、往出捏臭的姐姐是怎么着？咱不懂这个，不懂怎么那么抱啊？抱上，哎，抱着脑袋。对呀、啊，师傅受累，给吹一点啊！吹。滴答滴答哩答滴滴答答答答答，你妈嫁人了！你妈嫁人了？这有吹出字儿来的吗？这个？我哪懂这个去？不懂你吹啊？我不懂这个。哎，到念经的时候，我认为是最精彩的了。怎么了？或请来了和尚，是高搭法台。哦，正当中有一位头戴皮楼冠，身披袈裟。嗯，这是大帽。对，两旁边有小和尚。啊，哎呦，念这叫咽口湿湿，开十六本经。一边念一边撒米，扔小馒头，好听，热闹吗？好。哎，这么着，嗯，您给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学念经这个啊，这好听了，这好听。好这个，嗯，我会不了太多啊。您来来，咱唱到哪儿算哪儿啊。行，来念念这。行啊，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檀下海中响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亡魂哎不回归。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哪、啊、两眼就泪不干，我佛爷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红哎哎哎哎。第二天来到恶呀嘛恶狗村哪、啊、恶呀嘛恶狗村哪、啊、许多的这个恶狗啊真是吓死人呐、啊！我佛耶如来耶，妈你妈咪哄哎呦！第三天来到王爷嘛望天涯，天涯还、哎、笑笑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咱们俩人一条线。别笑了。七八糟的，回来吧！谁砍的？砍什么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人砍啊！这么些警察就拦不住你们？嗨，你给我出来！没有没有，行行行，甭找了，我气球后头了。气球后头能藏人吗？谁啊？没有，我打你呢，知道吗？念完经打和尚。这话搁在这儿用了啊？没有的，我没告诉你我会不了多少吗？哦，差不多就完了。好，我拦晚了，这每七天念一回啊。僧道坛尼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我打排场，一般人请得来吗？对，居士林的都来了，是功德林的也来了，启士林的也来了，哎，稻香村的，你等会儿，大福来的，行行行行，伯母里，哎呦，回去，怎么了？来那么些厨子干嘛呀？这开个庙会庆祝一下吗？嗨，这用庆祝吗？这个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早晨起来一瞧，呼，大晴天，黑得跟锅底似的。哎呦呵，阴天呐，咕噜咕噜咕噜噜打雷呀，咔，大炸雷呀。是啊，你大哥一看这天不好，打雷，赶紧出去抱着树去了。啊，都躲开点儿啊，打雷了。是是，别劈着你们呐。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有报数的吗？这时候这个未必批得上、啊、那也不行啊。一会儿的功夫，晴空万里，红日喷薄，哦，晴了。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嗯，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
事。对，孟子曰：“为宋死以当大事。”是，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夹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三丈六的明镜幡，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方必方向哼和二将，秦琼就得身受玉立四大门神，杨绝爱左不逃，不依书起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童音发鼓，子弟文唱，起一个大座拜家庙。松豪松落松情的松坎松三松教的花瓣花枣花轿的樱花月舞朝天灯，鹦鹉鹦幡鹦照鹦，素净回避牌歪板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玉旗飞鳌旗，四对香块八对香子，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潭柘寺的和尚四十名，云空大喇嘛四十名，红子学柳150名，小男二班队，花球二班队，晚莲二班队，在前面就影亭一座，摆着你爸爸的相片。哎，猴啊，这是相片，这是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撒纸钱，一把纸钱结结高，刷三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这是关照过来了。哦，两个大相尺倒退着走，这不叮叮叮，对对，当个啷当啷地灯啊，当当地杆隆地咚，大秧歌，这是多有气势，这个那没有这时候扭的。送殡亲友2000多位，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脸儿搀着你哥哥，脸儿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是泪如涌泉。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到晚上7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哎，怎么又抬回来了？没找着坟地。去你的吧！感谢大家啊！哎，天儿挺冷，是出了禁区的多穿衣服。哎，这上年纪，嗯，脚底下留神，别滑着，别滑着，嗯，摔着我了那事儿，您别摔。这是你们吗？这您往我这儿，我得说相声吗？我也得说相声。你来个轮椅能跟里边看不见啊？我弄一假腿，我得动啊，我在外头。那我上台怎么办呀？我先拉木呗。好，什么主意啊？这都是。怎么着也不能摔着你摆好了再拉开呗。你跟桌子搁一块儿，搬桌子就搬我了。对对对对，挖一窟窿你钻里边去。没听说，别出主意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啊！又到新年了，是啊，真快，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嗯，年年难干，年年干，事事难成，事事成，可不是吗？到了今年了，这是北京德云社北京相声大会，把相声带回剧场第10个年头。对，嗯，最应该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太对，大伙儿支持我们才有了今天。哎，我们没有能耐，但是有了一腔子热血，对，愿意把相声说好。嗯，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人，谢谢大家，给您拜个早年。好，今天后台俩人没来，谁呀？一个是刘文步，一个是徐德亮。哦，啊，有特殊情况。嗯，徐德亮是两口子发起来的。闹家务了，闹家务，还行，也不是没结婚啊，啊，就是反正先这么过着吧，处着朋友，啊，就这么过着了，过着吧，啊，这徐子亮没整形，俩人出去，这媳妇反正怎么说呢，跟范振钰那闺女站一块儿不老钱，小桶二号，嗯，范小桶似的，挺寒碜，反正哎，瞧了过去，徐德亮的不是也不怎么样啊？对，昨天俩人出去吃饭，那媳妇问他啊，这么些年了，到底怎么着啊？对呀、啊，娶我不娶？哎，徐德亮，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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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这事儿，饭吃啊！你看这事闹，你到底娶我不娶 啊？你别说了，别说，我都不能看你，快吃吧。跟这儿裹什么呀？讨厌，媳妇儿真急了，啪一拍桌子，嗯，餐厅人都看着，嗯，媳妇儿站起来，我不管别的，徐队长，你说实在，你要不娶我啊，我就跟着餐厅，我随便找什么人嫁了就完了啊。哦，经理过来了，你们俩出去啊，尤其这女的，你把客人都吓跑了，知道吗？啊，嗯，太惨了，闹成这样，嗯，据说跟人饭店那儿就解决问题呢，哦，赔人家钱。刘文步刘先生是身体不是特别好，哦，啊，有病，也是昨天吧，就说昨天过生日。哦，昨儿过生日啊，受点刺激也是。过生日受什么刺激？过生日喝酒喝多了，嗯，喝多了出去光着膀子跟街上跑了一圈啊，回家感冒躺在炕上，
那冻的。老伴儿给倒倒水，熬那姜汤，喝吧，很感动啊，猴哭了。记着酒，我对不起你啊。怎么了？这么些年我对不起你啊。什么事？我有过外遇啊。啊？你能原谅我吗？哦。老伴儿叹口气，行了行了行了，多大的事儿啊！哼，你看看孩子有随你的吗？全这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相声都是编的啊，这是真的。这个，这就更假了。这是真的啊，愿意把欢乐带给大家。哎啊，这个今天晚上呢，咱们剧场啊有接待外宾的任务，是有一个香河县旅游团的。去远点好不好呢？外宾先去的香河，啊，吃完肉饼上这儿来喝茶去了。外宾也没见过门啊，晚上得进来，所以今天演出不能拖得太久。对，哎，明天呢是我们一个专场演出，我有这么几个作品，嗯啊，什么这个我这一辈子呀，卖面茶呀，啊，这几个作品搁一块儿，明天呢把这四个全说一遍。对，有时间明天您还来。哎，新段子。后天呢是何云伟的一个专场，嗯，我们那徒弟，哦啊，这次大赛拿奖了，挺高兴，嗯，让他多说几个，啊，有爱看他的，嗯啊，就这几天呢，有时间您宅着来，希望您来啊，也别都来，来不了也没事儿，嗯，今儿走吧，票钱掉去啊，来不了还买票，您交朋友嘛是吧？不是净您交朋友了吗？这个。下面说一个石富宽的故事。你这人嘴子不饶人，你知道吗？您是说没您这么交朋友？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哎，这个你把手机关了。我再次重申啊，嗯，我们这演出呢不光是演出，我们还为神舟七号捐款。哦，只要是现场听到手机响，就有工作人员过去啊，找您要一万块钱啊。啊。明儿开始，别问我没说、啊，这就募捐了。这算捐，把手机给我也行啊。没听说过，您呢？出去卖去是吧？好对付您呢。嗯，我们有一个新创作的节目，嗯，叫《大实话》。要唱《大实话》？对，好。张先生在后台呢。啊，我这就请过来。你别下去，一块儿，人说了一块儿、啊，一块儿，一块儿，来来来来，兄弟，我手机，队长，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这打不起来，我懒了，这不是第三者吗？看出我们是铁路公馆的吧？往铁路那边靠的，制服都做这色的了。哎，张先生是著名的大实话捧哏艺术家。这做大褂是您也到人家左肩膀多块布吗？这还兜一边有一垫肩。您这边应该再加一个啊。要对称的，我们武汉有一个相声演员叫董铁良，嗯，就是这也有点这意思是吧？对，肩膀高，后背也高，他有一坎肩儿，这边穿上变平了，有一回穿反了，这边更高。山东快书的刘思昌，刘思昌也是，也这样，刘先生也是啊，经常穿反了，好，可了不得了。我喊您今儿穿反了吧？我不敢穿，本来正的，我怕反，我不敢穿。给大伙儿唱一段大实话啊！对，改给今儿俩抢话说啊！哎，我俩上来，看谁嘴厉害啊！说天气，嗯，天也不算气，不了，天有日月和星辰。日以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这叫黄泉路上五旅店。说地亲，地也不算亲，怎么呢？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地生万物不假，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净坟，名利二字损了多少人呢？说爹妈亲，父母啊不算得亲，怎么呢？爹妈不能永生存呐。哦，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一捧黄土
都得走。说亲戚亲，亲戚里道的亲，不算个亲。那怎么了？你有我父才算亲呢。都得有钱。有朝一日，这日子过穷了，穷者不登穷家的门。这在啊，穷在街边无人问。说哥们亲，弟兄啊，不算个亲。怎么呢？弟兄翻脸就是仇人呐。哦，凶如豺狼，敌似猛虎。弟兄翻脸狠上加三分。就那点拆迁费啊，给的不过分的。说媳妇儿亲，这两口子可亲，不算个亲。这里有什么原因？背着丈夫外边找情人呐。这人都没道德。他跟那个小白脸子俩人闷得密呀。我就瞧上这路人，全忘了张文顺的那么点子恩。我媳妇儿跑了。说小蜜亲，就这好。病好一半。对，好多了。不算个亲。这怎么不亲呢？你拿出金银财宝，他现了身。商品社会就这规矩。有刀马死，黄金进，钱花没了，他贵的东西进了这张恩顺的门。接我媳妇儿班来了。要说亲怎么样？观众们亲不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对，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哪句？没呀，君子不养艺人。太对了。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大西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山不转水转，我全诸位怎么样？酒色财气，君莫沾。别沾这边。吃喝嫖赌也莫沾身，离远远的。没事儿的就把这资源舍了尽，就上这儿来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对，抱拳拱手，恭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给大家拜年。人来的不少啊，是多热闹。哎，说相声还有那唱快板的。对啊，刚才这个演员我认识，您熟啊？李菁。对，唱快板的，唱得好。好啊。嗯，这是北京丐帮的少帮主啊。还是要饭的。这个演员更了不起。您说我呀，有人熟悉有人不熟悉。那您介绍于谦。哎，我的名字对吗？对对对对，于谦。于谦啊，这叫俗了，叫于谦了不得。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咱说说良心话啊。嗯嗯，我很崇拜您。哎呦，您可别去。真的啊？不至于。好多说相声没什么文化，嗯，幼儿失学。对，于先生不一样，我学过几年书，经纶满腹，谈不上，谈不上，一股子书卷气，念过几年，是不是？没有，没有。您这样的撑得起是？嗯，吃屎分子。哎，吃屎分子不像话，知道吗？吃什么？是什么？吃什么呀？怎么着？你怎么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哎。瞧瞧瞧人家说话啊啊，这兔子多真呢。嗨，您这嘴里也不怎么样啊。土字真，土字真。哎，好啊，好，为人勤奋好学，不敢，恭谨谦和啊，优点实在是太多了。没有您说的那么好，要没这些优点，嗯，您跟兔子赛跑你赢不了。越听越别扭啊！有一个
有一个腾宇吗？啊，腾宇，邢宇，英宇，呵，成宇，成宇，啊，你兔赛跑，你兔赛跑，你兔赛跑，鱼兔赛跑，没有，谦兔赛跑，你都非拿我这名字找是怎么着？不是，都是那江洋哲的吗？看我还非得给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有凡赛跑，赛跑，龟兔赛跑，对对对对，龟兔赛跑，哎，说明人厚道谦虚啊，值得我们学习。您这甭说了，说相声说得好，没有，不光说相声，嗯，我看过你演电视剧啊，承认吗？演过几个戏？你实话实说啊，是是，有吗？有有有，这是捧吗？啊，捧的，这是捧吗？啊，大伙儿都看过啊，电视剧，嗯，净有于谦演的，演好几个，《西游记》演过猪八戒，《西游记后传》演过猪八戒，《大话西游》演过猪八戒，《齐天大圣》演过猪八戒，我净演猪八戒呀、啊。演我没演过别的，合着导演太聪明，他怎么能看出来你适合演猪八戒呢？呵，我这把导演给掐死我。别的戏您也演过，我瞧见过。可不是演过吗？雷雨，哎，巨著啊，雷雨，我演谁？演雷雨。这雷雨怎么演啊？一有下雨的戏，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我是那巨物啊。还演过什么呀？这叫演戏吗？天下无贼，哎，这戏我上了，正放着这会儿。对对对对、啊、要没有你啊，连这导演冯小刚都得饿死，咱制片人送盒饭，哎，去夸我呢吗？你这是他连送盒饭都认识，我是这意思。这甭提这认识人多了，这些年说相声的出去演戏的可不少，可不吗？是不是？对对对，这后台有一邢文昭，邢先生今儿没来啊？嗯嗯，我听他们说演电视剧去了。哦，邢先生出去拍戏去了，出去拍戏去了，是吗？西安，上西安拍戏去了。哦，西影吗？啊，就是什么戏？我想叫那个戏叫寡妇。邢先生演男一号。哎，等会儿吧，你算吧。不，别算了。嗯，我先跟你说说吧。嗯，寡妇啊，邢先生演男一号，对，演死鬼啊。不是，他其中有一个画面，那寡妇想着年轻时丈夫回忆，嗯，也邢先生那脑袋就出来了。哎，这嗨，不怎么样，这甭提了。还有徐德亮。哦，徐，你们这后台说相声，徐啊，我知道，上礼拜没来，嗯，拍戏去了，也拍戏去了，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青影的，这个戏叫磨，什么磨，磨磨磨豆腐那磨，上下两盘石头磨，哦，叫磨是吧？德亮演男一号，啊啊啊，男一号拉着磨走遍世界，这别说相声的露脸。戏演着苦啊，还得套一驴形，哎，不要瞎说，这个是跟朝鲜联合拍的，这跟哪儿也是驴啊，翻译成外语叫马户传奇，还没离开这驴。嗯，好啊。哎，还有你们那相声那老艺术家谁？范振玉。范先生还拍戏呢？哎，对对对，哟，也说相声，也说相声，对，也演戏。我这演戏不知道，你不知道？可不嘛，你们都干这个，你不知道？我没听说呀。拍戏去了，拍什么戏了？张艺谋的一个新作，哦，叫什么来着？你看这里边挂、新拍的这片子，叫全名叫《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恩仇记》。这名儿太长了，这个故事情节很好啊。怎么个故事情节？一个浪荡公子叫张二狗，哦，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嗯，他父亲说了他不听，把他父亲杀了，哟，杀完之后死尸之上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哎呦，把人烧成了黑炭，够狠，装一小棺材里，嗯，野外刨一坑全埋了，你瞧瞧，实指望逍遥法外，40年之后这个案子破了，哦，开棺验尸打了一瞧，没错，这是你爸爸，本人枪毙给父亲偿命，这故事不错呀、范先生就演这戏去了，演谁呀、演这父亲。前边那父亲是我们老艺术家李丁演的，哎呦好，范先生演后边开棺验尸那父亲，都烂了那玩意儿。他
他跟那个跟那碳 A B 角啊，哎，对对对对，行了行了，就甭 A B 角了、啊，我好啊，这恶心了都。我看见你们这么蓬勃发展演出，我打心里说句良心话，啊，我是非常高兴。您看着我们好，我愿意咱们这个艺术界啊都是这么红。哎，先生先生，坐错地方了啊，坐错地方，在家上炕上惯了啊，到这儿就算了、嗯。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演员，您。啊，您什么演员？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戏曲演员啊，你哪儿说理去？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戏曲演员怎么丧大脸？真的，你不信？我什么不是不信？不知道，我没听说。说相声的都爱看戏啊，我们离不开戏啊。对啊。京剧、评戏、梆子，这乱七八糟的，对对，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您那一说，你说这都是大陆的这些剧种，那么您呢？我们这剧种现如今都很濒危。啊，您是唱哪个的？高腔。高腔啊，高腔。哎呦，那好听啊！戏曲里面的活化石啊。对对，年头不久了啊。嗯嗯嗯，过去讲究南昆北弋东。西方时间太长了，一调高腔。对对对，我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士、哦、专业唱高腔的。但是我现在也是很无奈。那有什么痛苦啊？众所周知，嗯，京剧现在都很没落，对，何况高腔呢？受众比较少，全国来说，嗯，你说找唱高腔的，找听过高腔的，嗯，都很少。对对对，凤毛麟角，太少了。眼看着高腔就要彻底灭亡了，没有继承人了，我心里不是滋味。说句良心话，嗯嗯嗯，尤其处在我这个位置上，嗯，我深深的热爱我的高腔艺术，太喜欢了。如果灭绝了，说句良心话，嗯嗯，对我是个打击，对谁收拾一惨痛。有时候坐在自己家里边、嗯、一想起来这个、嗯、就觉得这屋里边都装不开我。出了门走在小区的石板路上，嗯，一边走一边叹气，心爱的艺术没有人喜欢了，还挺惨。天上阴沉沉的，刮过一阵小风来，嗯，飘了一阵小雨落在我的脸上，你看伸舌头舔一舔这个雨啊，嗯，又苦又咸，和我这会儿的心情相似。对比抬头望去，嗯，二楼那孩子别发尿啊，拿您当尿盆了吧？我说那边都没湿呢。啊，就这一块儿。啊，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这什么欺负人？您走这地方。哎，知道有一个北京高腔艺术研究会吗？哎，我认识里边几个人。我就是在这个单位坐台。哎，坐台？我坐在台上讲课。吓我一跳。坐在台上讲课，您上那儿讲课？我从上周四，不是，上周三开始，哦，我就已经是中国高腔的艺术家了。这日子算的还够细的，这是国家承认的啊。高腔，很遗憾的，很遗憾，没有知音，没有知音啊。这不，您说话好好说，您知道？这您就找不着知音了，这说。说良心话呀，我们这些个高跷演员们啊，没不不不，真的，不怎么您换曲种了不成？嘞，高腔是高跷啊，您怎么着？高什么？高跷？我知是什么，您到底唱什么的呀？开始说的什么？高腔啊，那就是高腔。哎，一点谱没有呢。高腔？不是您会，你真会唱吗？哎，你这个不对啊！啊，你这个表情好像你很不相信我。不是我不相信，您这高腔高跷的，我从事这门艺术很长时间了，是吗？哎呀，小鬼啊，你是不知道啊，哪儿的就管我叫小鬼啊？我们家这是祖传有这门手艺，知道吗？高腔手艺，高啊，高腔不是您怎么着？这这么着吧，啊，怎么着？您不是会唱吗？啊，这么着，我呀。就是碰对了人了啊！我也喜欢高腔，平时呢也爱听、啊、也爱唱，有时候拿这过过瘾什么的。今天您要是专业的高腔演员啊，咱们俩唱一出，我也过过瘾。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啊，哎，大约是4岁左右的时候，别，有一天我爸爸就到开一闷儿，你爸爸别，你爸爸在这儿呢，你哎，哪儿扯那边去了？看这边。
边。怎么着？什么事儿？刚跟您说嘛，您我这挺崇拜您，想跟您合作唱一出戏，我过过瘾，不挺好事吗？您提你爸爸提出来。哦，你跟我唱一出，行吗？您看，我是没有问题啊。而且来说，你要是有人愿意一块从事这个艺术，我是很高兴的。啊，我喜欢这个是吧？我嘿，我太喜欢。你肯定有不会的吧？是吧？那是啊，肯定是有。行，以后有时间咱们可以多切磋。好，你想当初我爷爷交给我爸爸，我爸爸交给我，我有权利交给你，是吧？您这拿我当传辈儿了，这不成啊？不能，我就跟您合作一出戏，没那么大不是，知道吗？不能让高腔艺术灭绝下去。不是，我先问问您吧。啊，您唱戏的时候踩不踩那棍儿吧？哎呦，这还真问住了啊！我印象中，我幼年的时候，有一年春节，我爷爷演出时候踩过 啊，好多人一块儿踩，好像是。哎，后来传给我父亲了，就哎，你父亲又给了我了，哎，我再传给你，别给我了，别给我了啊！您这不怎么样，倒是怎么不对？说清楚了，高腔啊，高腔是定准了，就台上唱的那个，咱们唱一出高腔，没错，我印象很深嘛，高腔嘛。台上歌载舞是吧？行行，哎哎，是吧？行了啊，这大身上就不用了。一唱，唱得出行不行嘛？我没问题，我怕你不行。你会吗？我嗨，谈不到会。你会几万出？你说说，几万出？这高腔有那么多出戏吗？我没有那么多啊，我是业余爱好。你会多少？我什么多少？就会一出，就会一出。哎对，哎呀，你这给的少，你这会一出，一出会什么？斗公训女。行，行吗？就唱这个吧。斗公训你，这不是训我，训谁？跟我没关系啊。训谁？训女。训女啊？对。啊，行，来吧，来吧，开吧，来，开始，来，快，快，快，来，来吧。放下，怎么着？唱啊，唱啊，真行吗？真行吗？你说这个人呢，小鬼，你不能这样。不行，你往那边，往那边。你我艺术家已经一周多了，你知道吗？来吧，开始吧。斗公训女啊，没问题，没问题。快点，快，我等不了了。看着那么深啊，快说，快唱，我等不了了，快点，快点。这个艺术家怎么那么闹的呢？这个是啊，要不然我们这玩意儿都失传了呢，是。快，那咱得分分活啊，是不是？你唱什么，我唱什么，是吧？还得分出来啊，是吧？现在这艺术家都添毛病了，艺术家也是人嘛。但是您跟一般人添的毛病不一样，是吧？这，谢谢啊，分分活，干活，谢谢啊。没唱，你知道吗？怎么了，你这是？没唱就这么爱听，这都乱七八糟的，你还至于灭绝得了？来，您唱呢？说怎么着？到底怎么着？快分活啊！行，你啊，你来多少斤？我来多少斤？您说那是分家啊？不是，怎么分活？分活是你去哪个，我去哪个，是吧？分角嘛，这把这帘还拉上吗？啊，我不用拉帘，咱不要。行，你说你来谁？你来哪个？你快说，快，我来斗公，我斗母，我斗蛐蛐，我斗油葫芦，我斗老头，我斗老婆，我斗大胖小子，我斗大黑娘们。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怎么还对对联？这里头哪儿有对对联啊？你说的这怎么回事？哪儿有对对联啊？不是，你别着急，你斗公斗员外，您怎么了？您这是员外啊？可不员外吗？员外就是那老头啊，电视剧有那个，是吧？你电视剧不，你不分吗？分吗？你来这个斗公斗员外，你演员外啊？我呢？您啊？我来哪个？您演鞍人啊？我来鞍鹑吧。来，您来一母鸡怎么样？母鸡像话吗？鞍鹑干嘛呀？不斗吗？斗鞍鹑吗？鞍掐鞍鹑啊？怎么着？宰啊？鞍人，鞍人啊？斗员外的老伴儿。哦。夫人啊，你别跟我说行话啊，你别跟我说行话啊，我最讨厌这个吊坎的人，你知道吗？这安人是吊坎啊，这个你就跟我好好说说人话，我听得懂，知道吗？这叫人话，行，这叫人话。我老安人，我来这老安人，老安人，你来那员外是吧？对对对。然后呢，还怎么着？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还有一老院子呢？老院子啊，这还有抗日的戏。老院子怎么抗日的戏？老院子吗？不是老院子啊，老院子里边抗日，
啊，抗日老家人，老家人啊，村里来的游击队的事儿是吧？老家来人了是吧？你说呢？不是，怎么着？来人没来人？老管家管啊啊哈！怎么解释都不管家，可不管家吗？你这个我跟外行有的时候没法打交道，你知道吗？对不起，对不起，咱别这么嬉皮笑脸的，怎么样？啊，我也是愿意跟你这老家人啊啊，知道不？谁来？我来啊，你来啊，我来俩。您感觉呢？嚯，听您啊，我给的多啊，我来俩，我来俩。啊，行，那唱吧，开始吧，开始。哪怎么着？好，咱把桌子往后搭子，啊，搭子这个，搭子桌子。哦，分出前后台来。哦，对，好吧。对，桌子前面呢，嗯，就算前台了。那桌子后头呢？就是后台。哦，分出前后台来是吧？对，分出前后台来。就站着，你站这儿，我站这边。别啊，咱们现在归后台，归后台，归后台，好吧？那这个，行吧。还有什么？我得搬把椅子去，还得坐着呢。哎，这咱得坐着。哎啊，哎对，哎，好嘞。哎，那搬把椅子，搬椅子啊。哎，我还得来。我也留把椅子。哎，对。歇腰，我这歇腿儿，是吧？啊，不是，我们俩坐着这配套吗？这玩意儿，没事，我就看惯就行，是吧？我来是夫人，是吧？哎，夫人，你把你的头套借我。我这是头套，我这哪儿给我说绑着，我差点摘去。我看着有松紧带似的，没有啊，没有。那我这脑袋也不像个夫人呢，那自己办吧。啊，哎呀，今天很高兴能跟你这个外行一块儿合作啊！别客气了，这说着话稀里糊涂的，咱真会唱不会唱，咱跟他合作一下，咱就知道了，对吧？这要真会唱，我也学两首。不跟您说，我就好这。谢谢。别在前台晃了，后头去吧。咱们归后台，后边。后边，好。哎，啊，开始啊，开始啊，真的啊，你都准备好了，来了。行嘞。动手这不行啊，这个还是踩高跷的呀。不是，这不唱戏吗？唱什么戏啊？这啊，这是高跷吗？这不出来吗？这签不低了，这个、啊、这都快上不去了，这调门你知道吗？不是高低的啊，您这怎么改二人转了？您啊，先来段二人转刺激刺激大伙儿。用不着，不要啊，用不着，不要是吧？直接唱高跷。你不要你早说呀，是不是？这还用说呀？这急急风打的怎么样？讲。用不着急急风，那也不能干出来啊。干出来干嘛呀？怎么着？您不是艺术家，您好几天了，您对，您懂这个？是我懂，你懂吗？别的不懂，这点我能知道。你说我听听，高腔加点没这么场面，没那么复杂，怎么的？就一个锣啊，一挠还得挠啊，狗啊，不是你回家挠门去吧？你说的，怎么着？这一锣。动切，就您这怎么还动切？动切锣，动切锣，动切锣，您懂不懂啊？走，怎么打多少？几百下，快说！几百下，你说，你看多少合适？后台锣还要来多少？来你说你来多少吧？你来多少？这三磅半，三磅半啊？对，一磅十二两，三磅半。行，好几斤了啊！干嘛卖肉呢？不是，三磅卖肉呢。冬切，这冬切，这冬切算一磅，冬切算一磅，对，三磅半。嗯，行吧，跟外行找点急是吧？冬切，半磅不给切啊！半磅。
不切呀、啊？买二两也得卖啊！到底卖不？你说不卖人家？怎么不卖呀、啊？怎么回事？不切你嚷什么呀你？不给切吗？不是，给切不给切到底？什么给切不给切？行行，你甭着急了，小鬼啊你！行了，真着急的在这儿呢，知道吗？哎呀，怎么着？到这儿就完了是吧？那就这不是把东切东切东就完了，没有切了。哦，再来，行行，你我看你还行。知道你原来是演猪八戒的，现在唱这个了，你甭跟我扬这腕儿了，你捧哏大伙儿爱看你、啊，你这说这干嘛？不要这个啊，不是不要，你得唱啊！哎呀，太谦虚了，这个人啊！行，我谦虚，你得唱，不要叫好啊！你也得念引子哦，我引子啊，引子啊，你也得念引子。你说完那句，我说引子是吧？对呀、啊，啊，行，引子，不是有点含糊，行不行？没有啊，没有。电影呢？因为跟你合作，这个戏跟戏之间它是不一样的，就这点小障碍过去之后，就一马平川来。这里还有歌儿，你这是。一个屎壳郎，药引子呀，吃错药了你。麻将和白糖都上来了，你们大伙儿亲眼听见的啊，对吧？都亲耳朵瞧见了，对吧？您现在这真是吃错药了，知道吗？他告诉我引子，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吗？您说错了啊，不是药引子，什么引子？戏引子，开场那引子。我这不粗，这个不是粗戏的戏啊？怎么着？戏里边这开场那引子，你会不会吧？你还嘿，我这小多少年了？这就是开始我没跟你说戏啊，才有这点小障碍啊，障碍一过去就一马平川。行，不一人一句嘛，我就等您这一马平川的，不好吧？不一人一句嘛，一人一句。你这是你们新改的，我们老词儿有，我们有传统剧目，我们那个引子，我们不是这个词儿，我们有俩人一人一句，对吗？一人一句啊，就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是好鸭真遗憾。我们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吗？不是您这您怎么意思？你啊，没有那不到，你说的什么？你说要不来嫦娥骑永鹤。你猜我是什么词儿？你猜，你未必猜得着啊！丢人现世的玩意儿！你知道这戏我唱，我能不来这唱？你绝对不知道我什么词儿，你知道吗？闲人堂前猎绮罗，这怎么了？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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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儿？再说一遍，还没听明白是怎么的？不是你，我得看跟我那个一样不一样？你说，可是你落上面的肯定不一样。不是你，闲人堂前猎绮罗，什么意思？闲人堂前猎绮罗，闲人堂前。现背。闲人堂前猎绮罗。行了，怎么意思？行了，有哎，差不多，就这一句。但你的字儿咬的不清楚，你知道吗？啊，您咬清楚点。没问题，来，这回行啊，这回行了。好，我捧你，知道吗？小鬼，知道吗？动，招来嫦娥起永鹤。麻将那个闲人堂前猎绮罗，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听惯了就行了。
怎么着？汉子都出来了，叫爷们儿呀！呵，你说您这净粗口，可不？你说说这汉子爷们儿，您这哪儿练的？不是什么什么？快说，你快说，老爷，老爷是吧？啊，哦，老爷，对对对对对，夫人老爷，可不是吗？对对对，来两口子嘛，来来来，坐坐。啊，夫人，啊，汉朝的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啊，你我的女儿啊，啊，她到哪里去了？可说啊你，此时倒叫我莫名其妙啊！你琢磨她这个意思，行行行了，甭跟这磨合了，你前面来吧，做戏想做什么戏呀、啊？你想呀，哪去了呢？甭想了，甭想了，我这我就好，我词儿有词儿啊。有词儿你说词儿啊，就是没对戏，有点小障碍，小障碍一过去就一马平川，活动活动。这老一马平川，你倒说呀？是来开始开始来，什么是做做做做什么？你知道那词儿啊？别人笑话你，别人笑话。啊，夫人啊，汉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啊，你我的女儿么？啊，此事说来话长了。想当初，后汉三国年间，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结义来，打野行令名。行了，这长啊，这词儿可长，我知道长，这最长这段。奔奔趟子去了还不长、啊？这段大，这大，这我知道，你不是这用得着吗你？你怎么着？你说什么意思？气得我胡说八道的。你说什么意思？你怎么意思？你这不是这不对词吗？对词您倒说词啊！我一直没闲着，我嘴闲着了吗？对吧？闲着了吗？说的闲白不？你说怎么着？你问我是吧？啊，这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您这说正词啊！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啊，这比刚才那长，比那还长。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行了，行不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不是您这老差不多可不是？哎呦，你怎么糊涂？障碍过去就一马平。那边再说这套，我抽你！我告诉你，这手不是。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啊，院子来报。来了，来了，不在。快点急了，别来。我先替你盯会儿，他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加班呢。不是怎么回事？加班呢？不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院子上啊，他没来啊，没来你赶啊？咱说好分包赶角，您赶院子，我来这个，就这儿，您赶角应该上啊，我得挖了。您这别那么嬉皮笑脸的，我不习惯这，您知道吗？这个可是院子啊，院子啊，哦、这里边还您那报老爷您得叫啊，哦来院子啊，还有身上、啊，一会儿还赶不赶房子吧？房子还敢不敢？赶房子干嘛呀？院子都来了，房子怎么着？您怎么还院子老家人管家？刚才解释半天不明白。不是我知哦啊，说管家是吧？啊，说话不说话？说话呀，有说话的是吧？说话呀啊，那个什么那个这个院子这个这好几种呢，还有一种是那个不说话的，还有一个那残疾那样的那个，您哪种的？不是您打小学的这东西也够杂的是吧？不是这出来怎么着还比划不比划那个说话是吧？没有那么多，不有没有那么多，就这儿就出来啊？没有，有点身上大身上，到您这单腿给我一跪，还有大身上啊？大身上啊？大身上啊？啊，就行了，我文武代打，真的，你来你就知道，我文武代打，真的都行啊！来来来，你看，你不信我是啊，夫人。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院子来报、哎，好，这就来了。赶这个，你等着，我这好事你知道吗？嗯、啊！杀呀！杀呀！不是真的吧？苍苍领苍，真的吧？苍苍领苍，哎哎呀！演戏，他演什么？演什么戏？他是很认真的事儿。
你知道吗？演什么戏？怎么了？你不告诉大先生吗？大先生让您折跟头啊！这一会儿这一马平川吗？啊！您这还平得了吗？您这个不是不是怎么着？有这没这个？没这个，没这个，单腿一跪叫我老爷抱就完了嘛！你这进来叫老爷就完了，可不是嘛？你这是改编本的，你这是改编本的，没有改编本。你握着，你握着这个来。糯米棒槌来这玩意儿。夫人，俺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对对对，单听远子一报，远子来报，远子来报，报老爷我的太太哟！嘿，行了，老爷，嘿，怎么着？新社会了啊！要饭的身份都涨了啊！站起来吧，别跪着了，这好不好？干嘛勒砖呢？你告诉我进门喊老爷，喊老爷里哪有太太？说这不说，不说不说。对，那我今天干嘛来的呢？那您就报啊，报报报啊报！我问你怎么回事，你再告诉我呀。说哦，说这个小姐和石姑爷后花园撒了奔，您会？我会会会会会会会，不就说有事儿吗？是不是？会会会，行啊，又给你一个机会，你知道吗？来夫人，俺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单听远子一报啊！远子来报。哦，启禀老爷，大事不好！嗯，起来讲话。是，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怎么回事？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了。提这干嘛呀？我哪些个人呢？不不，行行啊，提这干嘛呀？这事儿还小吗？不，这事儿是不小，跟这儿提不着。不提这个，不提这个。那说什么来着？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没记住啊？什么什么来？哎，我这你说，这我家小姐和石姑爷在后花园洒泪分别，就这么一句。这你都快累死我了，你都快，你快急死我了。来，跟外行没法弄，你知道吗？俺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远子一报啊！远子来报。哦，启禀老爷，大事不好！起来讲话。昨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哇，把我媳妇拐跑了！你说的？这什么戏呀？这是？那你说拐谁媳妇？你说吧，拐谁媳妇？你说我去拐去啊？小姐和石姑爷，哦，洒泪分别。哦，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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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都快累死我了，你都快，我告诉你，太麻烦了。我这弄一脑袋汗，我招谁惹谁了？我，哎，我看到了，先坐歇会儿吧。哎，啊，夫人，啊，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远子一报。远子来报。是不好，起来讲话。昨晚三更，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去得啊！吓我一跳！哎呦，打人干什么？你欺负人不行，打人干什么？你有事说事，瞪眼不行，瞪什么眼？我是专家，你专家啥？我你为我怎么着？我给你说戏，你错了得承认，这就别有错误不承认，小得跟日本人似的。你怎么意思？你有事说事，你别瞪眼，我不受这个。我告诉你，你是院子，哪儿都唱戏，知道吗？你是院子，你是奴才，我是老爷，我是你爸爸。呵，欺负人不行。不不，这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知道吗？真的啊，就您这模都踩着棍儿演了，还严谨呢？您这是这个，心里很不宣的。您也消消气，您也消气啊！这不可妖性啊！我跟您说吧，我跟您说啊，哎，等会儿吧，你怎么着？我细跟您说说啊。那你说，咱俩演戏，斗公训女，对，我演。这个老爷啊，你给我舌头都不利索，你看废话，这么半天一句戏没唱呢，净招我生气了，是不是？我演老爷，我呢，你演安人，然后您赶老院子，您不是演那院子吗？怎么了？您这是？哦，我给忘了，忘您老忘您台上怎
么办啊？我不要紧的，我是院子啊，你瞪眼是跟我啊，那我怎么办呢？您我是你姥爷啊，您怎我是你姥爷，然后我一瞪眼你就得害怕，我得害怕，你害怕就哆嗦，哆嗦，哎，这地方您可得卖卖卖啊，这得卖卖，您专业呀，是是是，哎，您哆嗦，您看您这身上啊，然后就好像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我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看您这表演，这就瞧我的了，行不行？咱打头来，就精彩在这儿，没问题，咱来吧，你今儿算来着了，那就瞧您这个，没问题，从头来，从头来，站不住了都，太累了这玩意儿，哎，嗯哼，你瞪眼我就哆嗦哈。你什么时候瞪眼？上去就瞪，上去就好。蹬蹬，你哆嗦不哆嗦？我还出得去吗？你说你不哆嗦是？我哆嗦什么呀？好，来开始走。哎，唱戏是个体力活。哎，你还有话没有？没，没事了。太累死我了。蹬蹬，动切动切动切动。哎，招来嫦娥起拥火。砖的味儿，啊，夫人，哎，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远子跑来，远子来报报，启禀老爷，大事不好，起来讲话。是，启禀老爷，昨晚三更时分，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好欢观众，撒来分别去衙城。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人在江湖》，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段谢谢啊，这给献花的还有，谢谢吧，我也爱你。哎，姑娘，你真不嫌脏。这个封箱，什么叫封箱呢？嗯，曲艺界过去没这说法。这都是京剧界戏班梨园行的说法，嗯，年终了，明天不演了，把所有的戏剧服装的箱子贴上封条，封起来，咱们叫封箱。对啊，这个我们借鉴了这种说法，嗯，就说了今年的演出差不多了，图个吉利，这场演完就过年了，不演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嗯，一眨眼的功夫一年又到了，是挺感慨。嗯啊，尤其今年德云社十五年，嗯，在历史的长河里，十五年不算事儿，对一帮说相声来说不容易，这不短了。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谢谢。上了台是演员，下了台。也是普通老百姓，可不是吗？也有我们的喜怒哀乐，嗯，跟您过日子是一样的，都是人嘛。一年到头，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嗯，我们也有个亲戚往来，嗯，朋友聚会，对，红白喜事儿，好，随个份子，好，都是，还随份子，您也随份子，多新鲜呐！啊，我怎么就不能有朋友啊？不，那今年随份子了吗？随不少呢，说说，今年。纪念萨达姆去世五周年，随了一个200，不少啊，就省得去一趟，来这么一到人不到，就省得挑眼啊。后来拉灯又没了，啊，随了个500，交金眼真广，嗯，卡扎菲800，朋友指望年底就差不多了吧？啊。
金同志有没有？哎，随了个4000，这怎么那么多呀？他们说这个人跟我单位有关系。没有关系。是不是思密达？哎，谁呀？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看了好多事儿之后特别的感慨。啊，人活一世不容易。是，要不老话说呢，气势清风肉化泥。哦，不管你趁多少钱，嗯，不管你多高的身份，是，到头来也不过如此。可不嘛，广厦万间，卧眠七尺。嗯，你趁多少间房，晚上躺下也就这点地方，就是这样。你有金银千百万，嗯，临死两手攥空拳。哦，有衣服千百件，嗯，你不能每日天天穿，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嗯，功名利禄金银财宝全是假的。哦，存一屋钱有什么用？没用。所以劝各位，嗯，如果有钱，多听相声。听相声这么费钱呢？也不见得都花了，这关心呢，该花得花。嗯，听相声有好处，嗯，心情愉快，哈哈一乐。嗯，这是您花钱买不到，这倒是。可能你花了500块钱，嗯，这一晚上坐在这儿前仰后合一乐4-5个钟头，嗯，这500块钱就值了。是，你在这儿能乐，你在家乐不出来呀。在家怎么乐呀？在家里边这500块钱你乐得出来吗？看着钱乐，吃完了晚饭，全家人没事了。嗯，掏出500块钱放在桌子上，来吧，咱们乐会儿吧。要怎么乐呀？乐得出来吗？没有，乐不出来。嗯，你要真能乐出来，嗯，你那个病500块钱治不好，就改神经病了，是吧？所以说，万事到头来，嗯，健康才是最主要。哎，这话一点不假，不是我捧您，您说。您能活20-30，60岁，8:30，9:30，就活2钟头，这是玩笑啊！因为于老师在后台来说，我认为啊，虽然说年纪比我们大一些，但是您的状态是最好的。我还不错，气色也好，心态也挺好，主要是心态。所以说你是肯定能够活到死啊！嗯，这不是废话，谁不是活到死？所以说有点时间，我觉得。去锻炼，哦，运动，哎呦，应该这样做啊！是这方面我检讨一下。您呢？做得不好，不行了啊！懒，哦，不爱动。孩子们那天，你跟我们去锻炼去啊？健身房。对。我说我都没去过，你看看，反正电视上演过，我也知道。举个什么玩意儿来？杠铃，就这个是吧？啊，是。去吧，嗯，一块儿去了。好，一进门感觉他们都熟，他们老去。各找各的健身器材啊！我说，我来哪个？挑随便啊，就别太累了，反正哎，慢慢来，找一合适的，循序渐进，找一个。嗯，进门口旁边那，我就来这个吧。哦，这真不行，实话实说啊，还不行。他们天天练，他行，我这乍一来哪受得了啊？啊，顶多20分钟。哦，我就吃不消了。真的。20分钟，列位，我是真吃不消了。那您还是太弱，吃不消。怎么个吃不消了？那里边有巧克力、饼干、饮料，这得吃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啊？那您还吃20分钟呢？这没撑死您这个，吃不消了。您找什么器材啊？这个有一个自动的售货的机器。哎，就到门口让他给截着了。一放钱就出东西，一放钱就出东西。谁让你玩那个了？太高科技了啊！啊，向您学习，您别向我。新年新气象，多谢谢您。向于谦老师学习，您太客气。您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哪儿的话？实话实说啊。嗯。刚才开玩笑说活得如何如何，反正我觉得你比我能活的那头长。您这不客气。还有3块。嗯。吃得快，睡得快。嗯。拉得快。哎，这不怎么样了。这个话题并不脏，是吗？列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很多人说了，哎呀，你站在舞台上，你还说上厕所的事情多么的肮脏。嗯，大可不必。可以说，人吃五杂粮，第一没有不得病的，第二没有不上厕所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嗯，在你的人生中刻意的抹掉去厕所这一段，啊，你不完美。嗨，谁刻意抹这玩意儿？好多人他一种病态的心理倾向。哦，
你台上说上厕所解手，哎呀，他就当时就受不了了。嗯，其实你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古往今来，你说谁能不上厕所呀？那倒是，您多高的身份，趁多少钱，多么的高雅，你不上厕所，那你是个貔貅啊！嗨、哪有是貔貅的人，是不是？人家说上厕所决定人的健康，是吗？你刚才咱们说一碗三块，吃得快，不挑食，哦，荤的素的全行，当当当一吃吃饱了，营养均衡，对不对？睡得快，对，躺下就着。这说明什么？没有说翻过来掉过去遮饼，没有，睡眠好，睡眠质量好。第三个就是解手痛快，这也是好事儿。人得代谢，这个顺利，这很好。啊，那倒是，这值得表扬，值得学习，是吗？啊，于老师每天早上8点钟啊，准时排便啊，这是定点儿。9点钟，准时醒过来。啊，我植物人儿啊，我是。这个你不服行吗？哎，那是得服，还恨我呀？数十年如一日，哎，好，年头还不少了，知道吗？嗯，反正向于老师学习吧。您别客气了，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身体。那倒是，有好身体为了什么？啊，健康长寿。是，不是说有好身体让你出去打架去？打架那就错了。嗯，后台有几个孩子。以我儿子郭麒麟为首，我要锻炼身体。好、哦、啊，我要锻炼身体，我好身体。嗯，如何如何？什么？昨天出去跟人打起来了吗？我说没他。嗯，都是小孩乱玩儿，回来脸上都青了啊！不是怎么回事？打起来了。嗯，不是你那个近视眼就这么胖还打架？真是啊！眼镜呢？兜里掏出来了，在这儿呢。我这眼镜怎么没碎呢？我怕眼镜碎了，打之前先看好了，要摘下来凭着记忆打。高手啊，这是。结果呢，这不让人打了吗？没法不挨打。好好说相声，别没事找事，知道吗？是。不行，打了我了，打了我了，我跟他打赌来着。赌什么？我跟他打赌，打赌。3天之内让他给我道歉，要不然我就杀了他。嚯！听完之后心里都凉了，是吧？我说我可得管你，是的。你说的这个什么话？真是，你才16岁，嗯，怎么能够赌博呢？啊！杀人那事儿没提，哪大哪小啊？你怎么？哦，我就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意思。其实说那个，他小孩就是看武侠小说，看那个电视剧看多了。哎，他老幻想人世间有那种武侠，哦，登亭渡水，走虎山绵，侠客背着刀如何如何，哦，哪有这么多侠客？真是，那是文学作品。哎，现如今说良心话，北京城找这样的侠客，充其量有这么一个两个就了不得了。那还是有啊，比如说你父亲，啊，我提这醒儿干嘛？哎。想起来了，于老师的父亲，嗯，啊，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提到过于先生的父亲，那肯定不止一次，嗯，老爷子有很多的身份，是做过很多的事情，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哦，在此我澄清，全是艺术的创造，我谢谢你，他父亲的真实身份，嗯，是一个武术家，哎，请您听这个故事。什么厉害啊！18般兵刃，渐渐你美什么呀你？你说到这儿怎么那么美呀、啊？我愿意在台上说点我们后台的亲人啊，说说你父亲，我儿子。哎呦，我大哎呀，这叫什么话呀？先说的郭麒麟呢，就是这分开了说成不成？这个人就是的，就没意思，你知道这怎么没意思？你不要认为他们两个是一个人，多新鲜！我是不会承认的话。哎承认了，那不就得了吗？得了就别连一块儿说，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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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现在这两个人是俩人了。哎，以前也是俩人。你父亲是武术家啊，就单说他18般兵刃，渐渐精通，都会。我这美死了。这段不要钱了，行吗？哎，行行，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就说
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的带峨眉刺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单的双的方的圆的，你父亲全行，那么大能耐，哎呀老厉害了，啊，因为他们家里边从你祖父，你曾祖，反正往上倒多少辈儿，都曾经是武林中的奇士，嚯，都练武，对对对，所以说。到你父亲这辈儿也是从小咬定牙关一定要做一个武林中人，习武，老爷子练功练的那个寒暑不侵，刀枪不入，寒暑不侵，寒暑不侵呐、啊、嗯，最凉最热的天难不住他，哦，那是，我举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想练这寒天冷天，哎，得抗冻，他父亲坐车奔西伯利亚，那是最冷的地方，西伯利亚多凉。嗯，老头到这儿找一没人地儿，荒郊野外，把衣服全脱了，穿一个日本相扑的内裤，什么扮相？什么扮相？迎着风站着，那多馊的慌啊！那玩意儿，拿一个搪瓷的大半缸子，冰镇着酸梅汤，都到西伯利亚还能找着酸梅汤？这手拿大蒲扇。吐着风口，这风还唱歌呢，唱还唱歌呢，唱什么？这就是二，可不是二，我也说不清，别说了，那就这眼就够了啊！练着寒抗冻，不怕冷，哎，抗冻，还练这热，热，找最热的地方，哪儿热？什么叫印度啊？反正赤道边上这个国家，老头去了，从里到外，秋衣秋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皮衣皮裤，水獭的帽子，水獭的外套，我爸爸跟阎鹤祥的祖父是一家的，水獭的眼镜，水獭的口罩，属于水獭的棍儿，这肯定是。啊，不是精神啊，还精神呢！行行行行，怎么了？这耗子呀，这练练练就把自个儿练成水塔，寒暑不侵，这叫寒暑不侵，这都是小玩意儿，不算什么。真正的讲的是兵刃，哦，架子刀，是你爸爸练刀，都练绝了。怎么呢？天下的刀他都练过来了。嚯，单刀、朴刀、鬼头刀、长柄短刃刀、去刃戟天刀、青龙偃月刀、崩头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雨林大刀、行刑刀、灰犀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扇油头刀、尖刀环柄刀、狮子长环刀、龙环柄刀、龙血大环刀，全练。尤其你父亲这口刀怎么样？削电弯眼刀，这名字太奇特了。好练，是吗？融合了三派，哪三派？北京的，哦，济南，嗯，扬州，很偏僻。那这个刀法叫肉上雕花，最大的特点，杀人于无形，还能杀人。不管你是谁，到了你父亲手里边，当当当当当当，当时下地毫无痛苦，修脚的呀。我说叫修电弯眼刀的，这不是当时下地这词儿都出来了，就是走得快，快还是修脚的。武林中人见你父亲当时就嘡踢，你只要一踢，老头啪，哟，把刀伸出来，哎，行行，这还挖机呀？这是教训你，这叫教训。所有的武林中人被教训完之后，是都特别客气，服了，掏出十块钱币，哎，现在那就是交钱的呗。练刀，嗯，人称天下第一刀客，我还有名儿。后来说我不能老练刀啊，练点别的，老练刀没意思。嗯，我什么时候能耍剑？随时呗。请注意您的措辞。不是，什么叫耍剑呢？您这拿着宝剑跟那儿耍啊？那叫练。练说都不好听，反正练宝剑，宝剑对，啊，父亲要练大宝剑，没听说过，就叫宝剑，没有大吗？啊，没有，要练宝剑，拜过师，
是啊，老恩师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嚯，西门吹雪的弟，他叫西门吹灯。哎，要死！什么玩意儿？这吹灯这词儿都不这人小啊，剑不好来啊，剑分文武。哦，看哪儿看穗儿，穗。哎，这穗子不叫穗子，叫剑袍。嚯，哎。这文人那剑上才带穗儿，挂在这儿。嗯，哎，练武的那个底下秃的没有，这还挺讲究，分文武。嗯，天天跟吹灯老师一块儿，哟，在小黑屋里边练，赤黑屋点一小粉灯，啊，这儿挂剑，洗头房吧，你说这。小黑屋里点一小粉灯，俩人在里耍剑，我怎么听着那么熟悉的地方？这么说你没少去啊？不是，我看介绍啊，这玩意儿啊，别瞎说啊！啊，当年哪有这个去？当年练武剑是，哎，后来遇见一件事情，遇什么？对你父亲的打击非常的大。什么？武林中人有人要害老师，吹灯。别说的这么不吉利，您说的吗？啊，吹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吹灯，但是那个吹是一个口子尖一个欠啊，灯是一个火一个钉，还是这俩字儿，这没换词儿。这夜半三更来个贼人，哦，又打墙外腾翻进来了，站在那儿了。嗯，这是比武来的。对，老师看了，仗剑而立。嗯，来呀，嗯，把我的红裤子给我拿来。这叫怕剑，一身血。再看二，噌噌噌噌，又翻起一百多人来。哎呦，老师看，把我的黄裤子拿来。这是怕剑一裤子屎。怎么说这么脏？废话，换黄裤子干嘛？迷惑敌人。哎呀，嗨，有什么可迷惑的呀？敌人会纳闷，我们这个人一会儿一脱裤子，什么意思？哎呀。都没有，开打！换上为首的贼人在江湖上有号，叫什么？外号叫吸血鬼。嚯，听这名字，你拿刀咔捅他，怎么着？他一张嘴就能咬住。哎呦，一使劲，这铁片刀能嘬出血来，这能耐太大了。宝剑递过去，康康咬住了，当时能嘬出血来。哎，后来知道，这个人有很严重的牙龈炎。吸自个儿血呀，好厉害！哎，这是上医院不就完了吗？这开打啊！两个人打在一起，哎呦，还得说西门老师厉害，有能耐！咔嚓的一剑，嗯，吸血鬼倒地就死了，杀了一个严重的牙龈炎患者，不至于死。后来警察叔叔来了，啊，把老师就带走了。啊，这还有警察？临走的时候跟你父亲说，记住。耍剑，就别嚷了吧！啊，又喊口号了，带走了。后来因为故意杀人罪，判了个死刑啊，按揭五年。死刑还有按揭？就当时没枪毙，那叫什么？那叫缓刑，不叫按揭啊，不叫按揭。哦，我理会错了啊，没人教了。哦，老爷子自个儿咬定牙关，练别的。哦，练镖，镖是镖，没有这个杠啊，嗯，三寸左右。哦，是个暗器，对，前面三棱子，哦，后边甩着红绿的绸子，对，固定位置以及把握方向、掌握平衡用的。哦，古人有用，是，不知哪位听过评书《三侠剑》？谁？有一位英雄，嗯，圣婴圣子川，对，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嗯，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哦，扬子江心，道富八百里，康熙爷御笔亲题四个大字，嗯，侠义可亲，有这么一位，说的就是这个圣婴圣子川。哦，这镖太厉害了，你父亲学人家这个练镖太准了，嗯，啪，这镖分上下啊，这么拿的，镖在手心底，啪。这叫阳手镖，哦，反过来这叫阴手镖，嘿，哎，这么打叫回手镖，哦，有说法啊。你父亲后来练藏镖，藏镖是暗器，这个镖藏在身体上，哦，你可找不着，嗯，哪怕全脱了啊，光着一丝不挂，啊，你不知这个镖藏在哪儿，这些太厉害了，他可是一伸手就有，是吧？啪。他把镖插屁股里，我说找不着呢，这
有这么藏标的吗？都不用打中你，那怎么办？把面轮纸刷一过，你当时躺下。哎，那是熏的，那是。我说咱说一看好事儿，怎么了？江湖上给你父亲贺号叫彪子。哎，没听说过有叫彪子的吗？很厉害啊！其实到这会儿，他的武术就不错了啊，刀剑镖，别提这个，已经算三绝了，还三绝了，已经算三绝，但是。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哦，出事了，怎么了？因为老头这人呐，也确实是太有个性了。怎么着？他觉得自己是武术中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嗯，要除暴安良，好事儿。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这儿挂一金链子，那金链子上有一小金牌，哦，写着家庭地址。嗯，家住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甲一号。哎，姓什么叫什么，外号叫什么，绰号彪子，见人都是我。这儿挨揍呢是吗？这得多大牌啊，要都写上。我夜道手里拿一电棒照，光光灿灿啊！你慢说，劫匪好人都能起了歹心。那是，这链子就不小了啊！对过来人，嗯，愣小伙子骑摩托车，好，哦，这大金牌子，嗯，这大金链子啊！下了摩托车，给我，要大老江湖。摘起来，啪，真给扔到草地里边。哦，小伙子过去捡去。嗯，你爸爸上摩托车。哎呀，他倒是老手了。这劫匪拿这链子，拿这茬，眼泪都下来了。是啊，塑料。哎呀，上这个恶当。打电话。啊，警察叔叔您好，我报案。他报案。我是一个劫匪。哦，我刚才碰到劫匪了。哎，什么关系？我被这个劫匪把我劫了，警察听了半天，劫匪劫了劫匪啊？你们不是同行吗？是啊，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哎，天哪！把这句话延续下来，找吧，咱是得找啊。照着地址，很方便就找到你家了。是有牌子啊。你爸爸不能回家了。哟，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当初就纠结在这个地方，嗯，一时疏忽。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您瞧瞧，转念又一想，就是因为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力不行啊，还是不行，还得拜师。哎，找去吧，还找，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真找着了，真问出来了。哦，有两位世外的高人。是吗？高人都得隐居啊，哎，藏着，没有站街上喊我是高人，没有，那不叫高人。这两位藏着，藏哪？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哎，藏那儿干嘛呀？叫高人。两位高人啊，武林中赫赫有名。哦，一位叫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老。这到底是学什么的呀？还有一位打印度回来的，他叫武林高人，啊，小咖喱黄不辣。哎呀，真俏皮的名字啊！两位高人藏在野兔繁殖基地。哎，你父亲开着大摩托就去了，找去，到这儿停下车来，嗯，进门一瞧，嚯，等着，两位高人正在午睡，哦，睡觉，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草，俩兔子精啊，这是，不是藏那儿了，就是养在那儿了，这是，苦修苦练，是吗？没有盖这个花被子，没有，都是盖着白菜。哎呀，这一说，两位老师弟子前来学艺，还学呢？俩老师坐起来了，啊，还是兔子。这是干什么啊？就是刚起来扶那窗盖儿。哦，那么上的别捋了，还是一折耳兔。这个坐那儿啊，别，这是打床上蹦下来的，是吗？两位老恩师，我想跟您二位学艺。好，哎呀，学艺可不容易啊。是啊，先看看你的智力如何。好，武林中人练刀枪剑戟都是有口诀的。好，告诉你一个口诀，如果能背得下来，我们就收礼。您试一试，记住了。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是口诀呀。你爸爸七天就背下来。傻小子，七天背了两句话。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哎呦，俩老师都傻了。哦，太神奇了，咱们当初可是半年才背下来。这叫看见高人了啊！快起来吧。不能，我不起来，我要拜您二位为师。别去，你的智力可以。哦，咱们三个人肩膀齐为弟兄，拜把子，咱们算把兄弟，好吗？你一个头磕在地上啊！人家这俩人呢，老王是最大。您等会儿。嗯，老王是谁？我告诉你。啊，少林寺是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老。哎呀，我都把这信儿忘了。
黄老大，黄老二，你父亲是兔老三，兔老三不是在这儿拜的就老三啊，就是老三，你父亲是三弟，哎，大哥二哥三弟，对，要说起来你父亲这份怎么呢？有一个学艺的样子。哦，虽然说叫大哥二哥，但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三弟，那当一个孩子，就是跟人学伺候两位。嗯，这两位规矩大了，是啊，天天得练着。嗯，而且参禅打坐，哦，还打坐，拿草编的蒲团往这一坐，嗯，练，都碎了，老坐。老大说：“我这蒲团都坐不了了。”嗯，你爸爸孤灯趴地，是坐身上，就这么虔诚，坐你身上，坐身上，别耽误您练功。嘿，老大一坐，哎呀。这个三 D 肉蒲团是真好吃。你先等会儿啊，您这个有广告嫌疑。他、哎、也没有说过笑话。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就是三 D 当个肉的蒲团的。这行了，很好，能解释。哎呀，太好了，仨人亲如兄弟，我那么好，天天教你父亲练功啊，练的什么呀？紧背低头弩。这是什么呀？就是一大葫芦。哦，葫芦里装的是各种暗器。嗯，抱着这暗器，抱着大葫芦，他一拍，念一句口诀，哦，当时万箭齐发，谁都得死。这么厉害，你爸爸天天抱着葫芦跟院里练。好，叮当了咚当当咚，什么乱七八糟的？葫芦娃呀，这不是？这是半句，啊，后边还差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老师说那一个字儿先不着急告诉你，好留着。哎，这熟了再告诉你一个字儿就成功了。哎，一眨眼的功夫，八月十五到了，嗯，中秋佳节，两位都挺开心。是过节，老大老二，因为是他们俩人的生日啊，还是兔爷呀？啊，八月十五生日不就兔子啊？说咱们得庆祝一下啊！啊，怎么庆祝啊？出去开开眼吧。怎么开眼？外边吃饭。好，走，吃饭去，聚聚吧。骑着大摩托。哎，正当中是你父亲。后边是小嘎就跑不了，前面是少林寺住五更三半是住大神土房了。哎呀，瞧这仨人的乱劲啊！奔大兴城里，嗯，找吧，看哪个饭馆好。嗯，便宜坊，吃鸭子，烤鸭不吃，不感兴趣，不爱吃。东来顺，涮羊肉不爱吃。嗯，狗不理，包子不想吃。包，哎，这儿新开一家店不错，这儿吃什么？这叫兔子登鹰。哎，怎么老跟兔子有关系？太吉利了。啊，图个吉利，进来吧。嗯，坐在这儿点菜，啊，俩凉菜，俩热菜。哦，俩凉菜，嗯，来个毛豆，来黑豆，豆子。俩热菜呢，炒洋白菜啊，炒一蒿子杆儿，全是绿的。服务员说要什么饮料呢？仨、嗯、人一块儿说，有胡萝卜汁吗？哎呀，这啥？三瓣嘴还说不清楚。一会儿啊，胡萝卜汁来了，仨人拿起来跟着喝，开心。突然想起来，待会儿谁结账呢？啊，又结账。老大说了，老大知道吧？老大少林寺住。行了行了行了，反正记个大概齐吧。黄老大、黄老二、于老三啊，对，仨人啊。说这三弟不能花钱，那是啊。老大你花钱，对。老二说别去，就是我花钱了。冬天进草料都是我花钱，是吧？进那么些草料，怎么办呢？咱们打个赌吧。哦，看谁的武术高。哦，比试比试。小饭馆旁边地上两桶水。他把脑袋扎在里边去，对，看谁憋的时间长，你扎脑子，谁就不花钱。哦，请请，三弟再见，懂？扎下去了，脑子都扎里边。嗯，十分钟。哦，服务员过来了。嗯，哎，这俩可死了。哎啊，这就死俩呀？淹死了。你们谁结账？嗯，哦，你等我好消息，等我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爸爸出来上摩托了，他跑了。走了，嗯，往前走就庞各庄了。是啊，大兴庞各庄出西瓜啊，对，马路两边都是西瓜摊儿啊，也是忙中有乱，咣，这撞地摊儿，哦，西瓜都碎，卖瓜的不干，嗯，拎着刀过来，你疯了啊？这西瓜都碎了，嗯，哎，把摩托车留下。哟，你爸爸乐了，嗯，光天化日，你这是明抢啊？真是，少来这套啊！你看看，那摩托车是我的，哎。我在这儿抱着那劫匪了，我可找着你了 啊！过来过来过来，坐着坐着，你爸爸坐着，你坐你坐，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好什么好啊？你坑苦了我了，今天看见你，你走不了，好，你说怎么办吧？嗯，我能怎么办？是不是？嗯，那个咱们好商量。我跟你说啊，我是武林中人啊，我是天下第一刀客啊，华北地区第一剑人。啊，这什么名字是？我还叫彪子啊！我有两位大哥啊，一位是少林寺住武当山，帮人住大神父王老啊，一个是小嘎子黄不辣。哎，您还人能记得住啊？
这两位已经去世了。等会儿，这俩是谁？你大哥是少林寺，是武当山。爱听的是怎么？得说清楚啊！那其实说呀，就是我就是生不逢时，知道吗？这个没办法。我如果说搁到美国去啊，我比李小龙还得厉害，是不是？这话说完，卖西瓜眼周都亮啊！这怎么？你去吗？干嘛？你去吗？我送你去。你还有这路子？那当然了。嗯，我有三个工作啊。第一是劫匪哦，但是因为摩托车被你弄走了，我就干不了了，成本太低啊。第二，我是卖西瓜的啊，现在西瓜碎了，我也干不了了。我还有一个工作，这是我负责偷渡。哦，偷渡是个蛇头。哎哎，我带你走，嗯，我送你上美国，好吗？愿意去吗？那去啊。身上多少钱？钞票都给我。嗯，把个身拾的啊，衣服翻干净，钱给人家了。是，嗯，夜里送你走。哦，夜里走，送你上美国，偷着去，晚上一巴子，这蒙着眼睛，啊，不让看，那是不让看，不让看，先弄一车，哇、哦，拉出去，嗯，到底边上船，嚯、哦，告诉船上别动啊，啊，最起码一个来月，比如说太平洋可厉害，那是老大老大，太平洋大啊，哇、哦，水面上一个来月，嗯，一巴子才到了，下面都转，那是老晃着啊，到哪儿了？到美国郊区了。美国还有郊区，我给你联系美国去，保不齐就成功了，知道吧？完事你这些日子先别待着了，那这边上有咱们华人的小饭馆啊，跟着先干活吧，打工啊，刷碗吧，是是，爸爸跟这儿真认真啊，刷碗有手艺啊，哦啊，手艺刷刷碗，哎，挺好。一晃一个月啊，人家过来给工资，嗯，给了300块钱人民币啊。你等会儿，上美国还给300块钱人民币。